好，大家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110下个学期，就是2022春季的海外留学的说明会。那这个场次是我们中文的场次，我们英文场次上个礼拜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也有外籍生申请哈。那这个场次是针对我们台湾的学生或者是港澳学生，是属于中文的场次。那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呢，请大家不用太害羞。好，又有一个孩子加入了。等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请你不用太害羞，就直接说老师我举手了，我要打断你，这样你有任何问题你不要害怕打断我啊，请你就直接举手，当我看到你举手我就会点你了，好，你就可以打开麦克风提问， OK。 好，我相信这个简报大家昨天晚上应该有预习一下哈，知道大概我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钱的部分呢，最重要，一定要跟你的家长讲清楚，你要准备多少费用。那学杂费就是交给民传，民传的学杂费，那就跟你之前怎么缴费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上网，你可以自己去查嘛，查你的那个缴费的项目，或者是你是汇款啦，你是用信用卡啦。都可以，你以前怎么缴费就是怎么缴费。那如果你目前现在是休学状态的同学也没有关系。我们下个学期的缴费单你一样可以，大概应该是12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学校的那个缴费系统上去列印你的账单了。那印出来可以请家人记得帮你去缴费。那如果有些同学问说，如果你是助学贷款，那助学贷款是你同学跟银行之间的签约啊，所以你如果出国交换跟助学贷款是不会影响的。所以如果你是在求学过程中，你是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助学贷款的方式，那一样啊，因为你出国交换你一样是负担民传的学杂费，所以你民传的学杂费一样是可以用助学贷款的方式。所以请你就是你平常是怎么办理的就是怎么办理，你跟比如跟学务处老师哪一个窗口跟他申请，或者是你直接到银行去签合约，都一样，一模一样的模式。请同学自己要留意。除了民传的学杂费之外呢，如果你是到韩国或者是日本，因为韩国日本的姐妹学校他们有一些语学堂的课程，就等于是语言中心啦 language center。那语言中心它是另外，它是一个独立的课程，它不是属于大学部里面的课程。所以如果你是要自己想要去加强你的韩语或者是你的日语的能力的话，这个语言中心的费用这是另外的啊。这语言我好像网络有一点点断线，好，我又回来了。好，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加强你自己的韩语或日语的部分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自己付费去上这个语学堂的课程。那如果你觉得 OK， 你已经有比如韩语四级五级了，你已经不需要另外再去上课，或是日语你已经有检定一级了，那也许你到当地国家去，你跟当地的人老师学生同学可以加强你自己的语言能力啊，就不一定要上这个语学堂。所以这个语学堂呢，它就是 optional， 它不是一个强迫性的，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住宿费，当然你在国外的住宿费就是要自己负担了哈，这是住宿费，看是住宿舍或者是你是在外面租房子，就是自己要负担啊。生活费也是，食衣住行嘛，生活费也是要靠自己来支付。保险费我们下几个页面我们还会再讲详细。那保险费是一定要有的。每个人出国保险一定要有，海外医疗保险啦、平安保险啦、旅游不便险啦，很多很多各式名目的保险。那看你自己的习惯，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好好谈一谈，因为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你有出国交换的打算嘛，所以可能家里也有自己认识的一些保险公司。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你们都可以自己去问问看，你就说你是要出国读书，你要出国留学，那保险员都很专业，可能每一个公司都已经有设定好的一个比如海外留学生的保险，那就在于你自己要不要再加买其他更多的保险项目。这都是看个人，因为保险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看个人。当然我是觉得你当然买越多，如果钱不会太贵的话，因为你是去一个学期嘛，那如果保险的费用收费不会太高的话，我要是我啦，我如果出国的话我会多买一些，因为当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就会很谢谢保险公司愿意帮你理赔。好，这种保险东西就是以防万一嘛，好，所以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好，再来就是你的机票，往返的机票。那下面这个汇率呢，是我们大概查的一下的汇率，你可以参考一下，好，看你是去哪个国家。
这个是民传的学杂费，这个出国前是一定要缴交的。那你拿到或者是你上楼去印你的学杂费的时候，要记得先看一眼，好不好？大家就是眼睛张大，先看一眼上面的数字有没有对。啊，我所谓的数字有没有对的意思呢，是因为我们出国交换呢，学杂费是一定要付的啦，学费杂费是一定要的。那学校可以帮我们减免的是那个电脑及网络，就是网络资源的使用费，这个1000块是可以不用付的。然后再来就是语言实习费的750块，那这750块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如果你是国际学院，你是 IC 的学生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750块的语言实习费。那一般科系的学生，你就会有750块。所以看你是可以减免1750，或者是减免1000块。你看到你的学费缴费单的时候，自己先看一下，你要看这个减项的地方哈，减项这边会列1000，或者是列750。那这张这个表格，这个是国际学院学生的表格哈，所以它不会有750。好，所以自己大家看清楚减项哈，是1000还是1750 ？OK。那缴费的方式呢？我们刚刚也说过，跟你之前一模一样，你怎么缴费就是怎么缴费。好，反正就是你出国交换之前是一定要缴费，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休学的状态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是出国之前完成复学的动作，复学恢复的复哦，复学哦，你要跟教务处的老师说，老师，我现在是延毕生，我现在是休学，可是我明年的春天我要去哪里哪里交换，所以我要恢复我学生的身份。啊，记得这些延毕的同学，如果你现在是休学状态的话，一定自己要去恢复你的学生身份。OK， 要记得哦，哈，这个 IB 没有办法帮你做，这只有学生本人。那你可以先上教务处网站去看一下，你要怎么申请复学，比如跟教务处的老师写封信，或者是你可以上网申请电子表单啊。因为这部分我没有很熟悉，我不是很确定知道你该怎么申请复学，所以请延毕的孩子，请大家主动去问一下教务处的老师。好，那延毕教务处，我这边有一个红色字嘛，延毕问号。就是注册组老师有说啦，就是怎么样延毕呢？如果你只剩下服务学习的时数没有达成的话，这是不能延毕的。好，所以不可以说哦，我只剩服务学习时数16个小时或8个小时或2个小时，然后我要申请延毕，这样是不可以的。好，你要有其他的条件下没有达到你的毕业门槛，你才是符合可以延毕的资格。好，这是很技术性的问题了哈。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延毕的学生的话，请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延毕。OK， 好，下一页这是英文版，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宿舍的伙食费，刚刚有说过嘛，你自己的食衣住行啊，吃饭是要自己负担的。那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的范例，我们只是把韩国东亚大学的 meal plan， 因为有些学校它是有提供餐券的，那餐券它可能数量不同，它有不一样的 package， 它可能有些是100张，有些200张，有些300张，那当然收费的项目也不一样，所以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好，有些人他是哦，老师哦，我自己煮，我在外面租房子，我自己煮三餐自己料理 ，OK， 那你就不需要这个餐券了。那韩国的老师通常他是建议说，如果你是 OK 可以吃学校的食堂的话，他会建议你可以买啦，可以，比如你可以先买少张一点，比如你可以先买70张的那种最少张的那个 package， 因为那个韩国老师说，有时候你冬天啊下雪啦，天寒地冻的，有时候你可能都不想离开你的宿舍的房门，对不对？外面下大雪的，不好行动。那你如果有餐券，在学校宿舍里面的食堂吃饭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好，这也是不强迫，也是看你个人啊个人的习惯。你可以自己决定。那当然有一些学校它就是根本是没有食堂的，它可能在市区的校园，你可能就是自己到外面去吃饭去觅食啊。所以看每一个学校不同。出国的时间呢，我们每一个人出国交换都是一个学期，都是一个学期，所以大家现在就是110学年度的第2学期。那一定会有同学问老师，如果我想要再延长多一个学期，就是我想要一个学期之后再多另外一个学期，就是我想要在那个学校待1年的话，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答案有可能，哈，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请大家要选择就是同一间学校，你只可以在同一间学校申请延长再多一个学期。你不能说哦，我现在我春天在东亚大学，哦，我下一个学期我要跳到安养大学，这样是不可以的。
好，我们一个学生就是一次出国的机会交换嘛，哈，那每一次出去都是一个学期，那如果你要延长，那就是在同一个学校延长。OK， 那我们有给大家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明年的3月1号到3月15号，请大家自己记得，我不会再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是有打算是想要延长继续多留一个学期的话，请你记得这个时间点，就明年的3月1号到3月15号，你要 email 给我。好，你要 email 什么给我呢？就是续留申请的意愿书。好，这个连结我就不点进去了哈，请大家自己点进去，然后你要填好 email 给我，然后呢，我也需要你的成绩，你的历年成绩啊。那因为那时候你可能人是在国外的，你不用申请成绩单，你可以到你自己的民传的学生事务系统，你可以去查询你自己的历年成绩，然后把你的成绩截图。存取截图，你可以存成 PDF 或把它贴在 Word 档里面，好，然后 email 附件档给我就好了。大家自己记得，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你出国你就忘了这些事情了，结果你就请你的同学在台湾同学去帮你花个30块申请一个成绩单，然后我觉得有点浪费这30块了，好，所以不用再另外申请一份纸本的成绩单了，你就直接到你的学生事务系统去查你的历年成绩，那你把它存成 PDF 或存成 Word 档都可以，然后直接发给我就行了，啊，因为我们会依照你的历年成绩，但包含这个学期，这个秋天这个学期的成绩，我们都会算进去。你历年成绩，我们会依照成绩高的学生来做排序。那如果你成绩比较好，你有维持住的话，那你可以申请续留，成功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啊，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有名额规定。比如大家如果说，哦，每个人都想要留在某某学校，可是某某学校他的名额有限啊，他只有2个名额或3个名额，你不可能说哦，我一定让你续留下来，然后又有新的学生怎么办？你校内一样有新的学生要申请啊，啊，所以我们会依照大家的学业成绩下去做一个排序，好，所以你这一个学期现在期中考快到了嘛，还有期末考，如果你想要继续多留一个学期的话，请把你这个学期这个秋天这个学期的成绩你要维持住，啊，让自己可以顺利续留的几率提高。好，那我们也有提到说名额的部分哈，因为有一些学校它还是会有名额的控管吧。那假设你说老师，我可能成绩没有很好，可是你真的很想要继续留下来多留一个学期，那可是偏偏校内跟你竞争的学弟妹们，他们成绩比你好，那怎么办？你可不可以留下来？会有学生这样的提问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的成绩可能没有到那么没有维持住的话，哎，你的那个名额被校内新的学生被他们就是抢走了，好，这么讲好了，被他们抢走了。那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变成付费，就是你要支付对方学校的学费，好，你才可以留下来。因为我们交换学生基本上是不用负担对方学校的学费的，可是这样是有名额限制的。那如果你说我一定要留下，我非留下来不可，就算没有名额我也要留下来。好，那这样对方学校呢，某某可能韩国学校好了，他就会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付费？要付费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好，你就要变成从免费的交换学生，你会变成要自费的交换学生。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以前有没有过？有。我们之前有学姐，她就是一定要留下来，可是就是没有名额嘛，那她就是一定要留下来，她就真的付钱了，她就付学费给国外的学校。那民传的学费要不要付呢？当然也要付。啊，因为你是民传的学生，所以民传的学费是一定要付的。任何情况下，民传学费是一定要付，因为你是要维持你民传的在学学生的身份。所以如果没有名额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留下来的话，你非得留不可的话，那你就要缴交两边学校的学费了，就是国外学校的学费也要付，民传的学费也要付。哈，所以你可以想清楚。所以重点就是呢，请大家，如果你有考虑要多留一个学期的话，民传校内的成绩一定要让自己维持住，会让自己的成绩再拉高，好，这样你可以顺利留下来的机会就会比较高一点点了。 OK， 那我们下面黄色这个地方呢，有说每个人限制就是出国一次交换嘛，那如果你去过法国的话你就不能再去美国，如果你去过韩国就不能再去日本，意思就是我们到国外国际的姐妹校一个人只能去一次，就是一次一个学校。那有些学生问说，老师那大陆地区呢？大陆地区它是不一样的，大陆我们没有规范在这个里面，所以有些学生会选择说，哦，我先去韩国交换，
之后呢，我再去大陆交换，这样是可以的，啊，这样子是可以的。我们确实有很多学长姐，他是自己这样决定，他说啊，我想要去法国一个学期，接下来我要跑到上海去了 ，OK， 这是 OK 的，啊，这是名传学生的福利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国际姐妹校交换一次，你也可以去大陆地区的姐妹校交换一次，所以你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大学生大学的生活。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呢？大家可以派一个代表告诉我有没有问题吗？还是有人想发言的？要不然每个人都把镜头关起来，我都会不知道说到底大家有没有问题啊？你可以帮安迪解了吗？没问题哦，那我就是要继续讲下去了。没有，谢谢李玲 ，Thank you。好，只有李玲在理我。好，好，再来就是下一页。好，好，我们 Angela 也回我了，太好了。好，再来。好，这是海外实习的朋友，这是在华侨系的学生，就是我们的我看一下是瑞奇对不对？瑞奇跟宇轩对不对？对。好，宇轩有在吗？好好，那就瑞奇当代表好了。所以因为你们两个是要去安阳大学去实习的嘛，哈，所以请大家你们要参考一下，就之前你们系上学长姐在安阳那边实习的情况。好，你们可以准备一下，开始准备什么样子的材料啦，或者是电子的教材啦，就是可以参考一下之前学长姐他们的情况，好吗，瑞奇？OK 吗 ？OK， 谢谢老师。再来就是好下一页。好，这个蛮重要的，这是民传的期末会考，尤其今年如果你是要去美国还有去法国交换的同学，好，这个 Ivy 应该有先提前跟大家预告，好，我应该有提前先 email 给你们，因为学制的问题，就是我们民传有期末会考，就是梅花座，我讲的是梅花座的期末会考，就是有些大的课。可能是什么英语课啦，应用英文啦，或者什么统计学啦、会计学啊。如果刚好你有这种必须要梅花座期末会考的考试的话的同学，那因为如果你要去法国跟美国，因为他们开学的时间比较早，他们可能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开学，或甚至第二个礼拜就开学了。那个时候我们民传还在梅花座，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考完试嘛，所以变成是，如果你是要提早出国交换的话，你要申请要提前期末的会考。好，那这个表格呢，我应该都有 email 给大家了。那教务处的说法是说，没错，我们因为已经恢复了实体上课了，所以这个会考梅花座还是照常举行。好，我们之前以为说可以不用梅花座了，我们以为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老师可以自己上课考试，结果我前几天有问的那个教务处的老师，教务处老师说因为已经恢复实体了，所以呢我们的会考梅花座会考还是会照常，所以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有这种会考的，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课表，如果还没有研究过，请跟老师研究一下，跟你的上课老师研究一下，你有没有期末的会考啊，如果有的话，请问一下老师说可不可以让你提前考试。啊，提前考试的意思就是老师要另外出一份考卷给你，另外出一份考卷让你提前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来考期末考。啊，如果是 paper 的话，考试的话。啊，当然如果你是老师是直接上课考试，或是老师直接叫你做报告，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老师是 paper 的会考，要梅花座的那种会考，你就要问老师可不可以另外出一份考卷让你提前考。那可以提前考试的话，就是提前到第十七周啊，第十七周，民传的第十七周，如果你有注意看你的行事历的话，我们的第十七周呢是一月三号，好，一月三号到七号那个礼拜。那教务处的老师有说会尽量啦，他们会尽量帮你的考程安排在一月三号或四号，就是让你越早考越好，就是礼拜一礼拜二就把它考完，假设你只有一科，那也许很快就考完了，那如果你白天考完，半夜的飞机你就可以飞走了，因为通常飞欧洲或者是飞美国的班机都是半夜或者是凌晨，好，通常他们的班机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考完试立刻行李背着啊，就立刻冲机场了。好，这是期末的会考。好，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尤其要去法国跟美国的同学，有人可以发个言吗？
Hello， 没问题。好，李黎没问题哈，那我要来点名了哈，因为我要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嗯、那我点一下，维宁有在吗？或一千，维宁，一千 ，Hello， 维宁有没有在呢？不在，一千有在吗？端木同学有在吗？哎，端木同学，我看你有在线上，你怎么不出声？好吧，那我们跳过咯。好，荣慈，好，荣慈他们请假。好，再来是看一下，正泽 ，Derek 没有问题吗 ？Derek， 老师在，老师我在。你老师我在，没问题。好，老师我是端木一千，我在。啊，那端木一千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真的吗？提前考试，哎，你考试很多，你真的没问题吗？有，我有跟老师讲过了。那老师说什么？你要考几科？你有几科期末要考莲花座的？有几科？五六科吧。你有六科？啊、五科吧，五六科。Oh my god！ 你们丰宝系真的好疯狂哦。好，那每个老师都同意让你提前考试了吗？嗯，对。真的、哦，老师都这么善良哦。对啊。好，那你要那个申请表啊，记得印出来哦，啊，请老师签名哦。好。好，因为教务处老师有提醒说，请大家越早搞定这件事情越好，不要拖。虽然我们说是第十二周以前哈，可是因为你们也比较早就要出门了，因为非美国、法国都会比较早就要出门了，所以请你能够期中考结束之后，比如十一月八号期中考嘛，你一结束期中考就去搞定这件事，就请老师帮你签名，这样可以吗？一千？啊，可以可以。端木同学。啊，可以可以，我也听到。期末会考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好，下一张，这个表格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表格。好，如果你要提前出发、提前出国，尤其是去法国跟美国，那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其他国家你可以考完民传的考试、期末考，再飞出去都可以。好，其他国家学制就没有那么早开学了。那如果是要去法国跟美国的同学呢，这个表格、这个申请表，请大家在你考完期中考之后，哈，就赶快请老师帮你签名，哈，有梅花座考试的老师哦，哈，如果老师是没有要 paper 的，没有会考纸本考试，那当然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样子的老师，如果老师是上课交报告的，或者是老师是上课考试的，你还是要跟老师说你会提早出发，看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是让你提前做报告，或者是提前让你在课堂上考试还怎么样，就是还是要跟老师沟通好，要让老师知道，要不然如果你期末考没考完你就零分了耶，这样不太好吧、哦、你的整个学习成绩就不好看了。 OK， 好、啊，这个表格要、啊、记得自己填进去。好，那国外的表格国外的姐妹校什么时候开学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好，问一下郑维在吗？赖郑维同学，你是要提问吗？好，赖郑维同学，你要提问我什么？就是一定要在你说的那个时间点去吗？那你觉得呢？就是他是只能提前一个礼拜去吗？是因为要 quarantine 吗？不是因为要 quarantine。如果你假设你想要提前更早去，那你要看他宿舍有没有开门啊，对不对？不是，我跟你说，如果就因为那时候恰逢就是过年。然后再想能不能过个一两天再去。好，如果对方学校有指定说希望你那时候到，你就是那时候要到。OK。好，不管你要不要过年哈，因为你是要读书了哈，你可以在海外跟大家跨年哈，你可以 online 跨年过年哈。那如果对方姐妹校说那个时候开学，那就是那个时候开学。好，所以你就是要提前飞去的意思就对了。所以以国外姐妹校开学的日期为主。如果你是住宿舍的话，宿舍什么时候开门就是那个时候进去住。那如果宿舍还没有开门，你要提早去的话，那你就要自己去安排自己住的地方，你可能是住外面的 B&B 啊，或者是 hotel， 就看你个人。好，所以你要看你是住哪里，你住的地方可以让你提早去吗？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按照他的规定去。那如果是过年，政委就是希望可以依照对方学校的建议，那时候到就那时候到，好吧？好。OK, thank you. OK,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关于国外姐妹校开学的日期？没有哦。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咯。 OK， 这是针对你行前的准备，你要准备哪些？我有打一个新字号，这个新字号呢是大家就是诚恳的建议大家，请提升你的英文能力。你说老师 ，Come on， 我都已经考过 IELTS 了，我都已经考过托福多益了，好不容易我可以不要再念英文了。请大家就是稍微，你的英文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学长学姐到美国去交换，他本来在台湾都活得很好，他在台湾哦，可能英文真的还不错，可是他到美国去之后，他发现说老师压力大了。我说怎么了吗？说老师真的很有挑战性。他的很有挑战性的意思就是，他到了一个真的是全英文讲话的环境，他发觉哇，他光听哦，他的耳朵就觉得哦，非常有压力啊。所以出门前还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或三四个月的时间，不管你是讲日语、讲英语、讲韩语啊，请把自己的语言能力再继续提升哈。那不要放弃，好不好？也不要偷懒，希望大家不要太偷懒。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去旁听的话，比如你可以偷偷去旁听一下国际学院的课啊，哦，偷偷的，或者是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比如要偷偷的，光明正大的去旁听之前呢，跟那个老师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老师，我是某某人，我预计要去美国交换，老师，我可以来先感受一下全英文上课的环境吗？啊，这样子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三个小时不间断的听老师在上课讲英文，听你的同学全部跟你讲英文，让你自己去习惯那个 tempo。好，你可不可以做英文笔记呢？你可以融会贯通吗？啊，这真的很重要。我们真的有学长姐到海外去之后，他说老师生活都没问题啦，我 OK 的。可是他发觉在上课的时候他压力非常大。好，所以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再问他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考完期中考了。请大家就是给自己多一点准备。好，如果出发前你可以去旁听一些语言的课程，或是让自己多加强一下自己的绘画能力、听说读写的能力，一定不要太偷懒。好，好，再来就是我需要你的 A 表，就是你国外预计修的课的规划表，我接下来还会讲详细的。那这个我需要你要 email 给我啊 ，email 给我。那如果国外的学校说，哎，你可以选课，因为有些学校它每个学校制度不同嘛，那有些学校它是开放给交换学生可以线上先预先选课，就是预计先告诉对方学校说你想修哪些课。那如果这些姐妹校是有这样子的选课预选选课的机制的话，那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先预先选课。好，你这样才可以先保留一下名额嘛，保留一下位置嘛。万一有一些课，你就可以知道说有没有开，有没有冲堂，有没有满班，你可不可以抵免学分。好，所以课表的部分可以自己先考虑一下。那签证是当然就是自己要去办哈，学生签证没有再代办的了，好不好？大家。老师，我有问题。哦，好，请说。就是，那你刚刚有举手吗？你刚刚没有，你没有举那个小手手啊？老师，我举了。哦，举了，可以了，请发言。Sorry，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预选选课了，那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可不可以再就是到了，然后选不是自己先选的其他课程？这是不一定的，你要看对方学校有没有可能让你这样做。那大部分的学校，大部分的学校都是有这样子的机制的。因为他们可能你要到现场去，你才知道说哪一些课有没有实际开成功嘛，对不对？所以他是预选，只是先保留名额，但是还是不知道，对，只是先预先安排一下，预先安排一下。Okay. 可是并不代表说你一定可以顺利上到那一门课，因为他也要看他自己当地本地的学生有没有人数有没有够啊，对不对？就跟民传一样啊，你到时候可能还是会开不成课啊，这是有可能的。啊，他所以他只是预计告诉你说，哦，你想要修这些课，好，那他没有办法跟你 guarantee， 你可以百分之百就按照你的计划来选课，这样 OK 吗，郑维 ？OK，Thank you。好，哎，其他人没有问题哦。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喽。有问题要记得帮我举那个小手手哦，我才可以看得到你。好，再来就是学生的。留学生的体检还有疫苗这个议题现在还蛮夯的嘛，对不对？请大家就如果好了，我是属于要打疫苗型的，所以
可以的话，请大家打一下疫苗。那如果你可以排上第二剂的话，请大家打一下啊，这样你出门去的话会比较有保障，你比较安心一点点。那有一些留学生，有些国家还有其他的体检或其他的疫苗的接种，那看你个人，因为你去的地方也许他比较看他有没有一些流行的传染病嘛。那有一些国家会要求说你必须要什么什么证明啊，什么什么疫苗啊，你要什么什么体检啊。那如果有一些学校要求的话，请大家就去做体检啊，请你到医院去，你可以去大一点的医院啊，到医院去你就说你要，你就如果学校有一个表格，你就拿表格去说我要做这些的体检。好，那医生看，医生英文比你好啊，相信我，医生英文比你好。医生说哦好，你在体检哦，好好好好好。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以前有一些在那个医院一些注册过的疫苗的一些记录的话，你可以请那个医院帮你调出来。因为比如像德国麻疹啊，或是有一些什么卡介苗，然后什么什么日本麻疹，有一些一些疫苗的接种的证明是医院是可以留记录的，你就可以不用重复施打了。哦，当然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啦，你可以问一下医生。因为如果你身体里面没有抗体的话，当然你有个抗体打过疫苗，当然对自己是比较有保障的啊。因为尤其像韩国的学校，他问说你有没有 B 肝或 C 肝，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有时候韩国人的饮食习惯比较多，会大家就是会一碗饭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嘛，啊，所以他可能会比较顾虑你有没有 B 肝或者 C 肝的体质。所以如果你要去韩国交换，那如果你没有 B 肝的那个抗原的话或抗体的话，要是我了，我就会去打一下 B 型肝炎的疫苗，就让自己有个保护了哈。到那边吃东西也比较安全安心一点点。好，保险就是我刚刚说过是一定要买的，所以请家人哈，你们家可能已经有常用的一些保险公司哈，任何一家都可以，那先购买好。好，那宿舍呢，有些学校是要另外申请的，那有些学校是直接安排给你，那大部分的学校都是要申请。好好，所以宿舍呢，如果还有宿舍的申请表，要记得先上，要自己去填好，然后跟你的申请的文件一起交过来。或者如果他是网络上申请的，那就自己记得要去网络上申请哈。宿舍很抢手，大家都知道，那如果你错过那个时间点了，你没有申请了，那如果你排候补的话，那就很麻烦，你就会提心吊胆的啦，你就担心自己有没有排上那个宿舍。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住宿舍就住宿舍，会比较简单啦，你就不用考虑一大堆哦，还要自己去找房子的压力。那除非那个国家那个学校是没有宿舍的，因为有一些法国的学校它是没有宿舍的，那如果没有宿舍，你可能就要自己外面去找租的房子了。好，接机的部分呢，接机是有些学校它会有接机的服务啊，有些学校是有接机的服务，那看不同的学校啦。那韩国、日本、亚洲通常会有接机，亚洲地方通常会有接机，可是韩国因为现在是需要隔离的，所以他也不会去接你机啊，因为现在韩国进入韩国是要隔离14天，所以呢应该就是你自己要从机场自己想办法到隔离的饭店去。好，以现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接你机的。那其他国家呢，像欧洲呢，接机的服务也非常少。大家都知道欧洲铁路非常的发达，欧洲的内陆交通很发达，所以欧洲的做法呢，很有可能会告诉你说，哎，来，请你搭飞机到哪一个机场，然后到那个机场之后呢，请你自己搭火车或搭什么什么快速铁路或搭什么什么接驳车，请你直接到某某的车站啊，那我们会有学生在某某车站等你，请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到达什么什么什么的车站啊，这个就是他的服务了。好，所以欧洲呢，他可能不会有接机，他不会咚咚咚咚咚跑到机场去接你啊，他会要求你说，哎，大家都已经成年人了哈，可以独立自主，可以自己来了。欧洲的学校的做法可能会要求你直接到学校报到，或是自己到宿舍报到。啊，或者是你到某某某某的车站，我们派学生到那里去接你，然后再送你到那个宿舍去。啊，所以每个地方呢，它的做法不太一样，所以看你是要去哪里。OK， 自己要留意哦，哈，接机。那如果假设他有提供某某时间点在某某地方接你的话，请大家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到就对了。好啊，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到，啊，要不然你就一个人要在机场等了。好，我们端木同学，
老师，那请问美国通常会有接机吗？通常会有，因为美国太大了。好，所以他们会通常到机场去接你。谢老师。啊，通常是通常。那今年、明年会不会有，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每一年他们的那个情况会不会调整，我们也不晓得。好吗，端木同学？所以我讲有，并不代表我说的算，好，还是要看对方学校到底有没有提供。OK， 好，我看到子莲，子莲有举手了，对不对？对，老师， okay. 我想问，我有看你传那个行前须知，说韩国要采团进，然后有没有没有，那是正常情况下，可是现在不是正常的情况下，所以就是、现在是你们要去，就是也要我们自己隔离啊，我们自己订机票，然后自己隔离，对，好，我团进团出是指没有疫情发生的时候，没有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因为它会集体接机，可是因为现在有疫情了，他也不能去接你机，好，所以请你到机场之后，你要依照韩国政府的防疫规定，你要自己到防疫旅馆去报到 ，OK 吗？子莲，好，哎，端木同学，你是又举手了是不是？端木同学，没有没有，刚才忘记，好，记得放下，好，接机 ，OK， 那请大家就是留意一下啦，如果可以的话，就正常时间到哈，早上九点到。五点，下午五点的上班时间啊，如果有人要来接你的话，或者是到车站跟你碰头的话，请大家不要太早，不要太晚啊，体贴一下对方，好不好？第一印象，体贴一下对方，让对方知道哦，你真的这么 sweet， 你就是在正常的时间到，好，他就很开心的接你。而且你白天到的时候看路也比较看得比较清楚嘛，要不然你三更半夜到了，人家还要来接你，对不对？多累啊！好，所以请大家不要买那些红眼班机。到当地太晚的话，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是一个威胁吧，对不对？请在白天的时候到，好，你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也比较安全，然后你在台湾的爹娘也比较放心。好，子莲，请说。然后所以像回程，也就是自己订机票回来，是的，也不是团，就是说回程就没有团出的问题了。好，只要他宿舍关门了，你就要回来了。好，如果你自己说老师我想继续留在那边，你要当背包客啊，就看你个人啊。可是当背包客不是住在人家的宿舍哦，好，人家的宿舍不会让你免费住当背包客哈，所以如果他宿舍关门了，就请你自己搬出来。那你想要背包客的话，你可以在旁边自己住 Airbnb 啊，你可以继续当你的背包客。好， OK 吗？子莲，好，了解，谢谢老师。好，继续。如果对方学校有 organize 一些新生的欢迎会啦、见面会 orientation 这种活动的话，一定要参加，大家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以在 orientation 上面认识其他国家的学生，还有认识对方的老师，好，所以 orientation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参加，所以你自己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搭班机的时间点，请算好一点，提早到。好，假设如果他的 orientation 是1月3号的话，礼拜一的话，那你就要再更早一点，可能你1月1号你可能就在飞机上跨年了。我这样讲好像大家不可思议，是真的，我们真的有学姐是在飞机上跨年，然后老师我真的在飞机上跨年，我觉得这还蛮酷的，人生有几次，对不对？在飞机上跨年也蛮好玩的。所以请预估好你的班机什么时候到当地，然后你给自己一两天的时间喘息一下啊，然后呢准时的参加对方学校的 orientation。那现在大部分国外的学校也都是实体上课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只有少部分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线上上课的课程。好，再来就是毕制。好，如果你是设计学院的学生，你会有一些毕制的问题，请大家跟自己的指导教授好好沟通一下。好，你到国外去交换，你不是人间消失，你还是可以做你的作业的。所以呢，如果你在国外，看你怎么跟你的老师、跟你的教授保持联系，比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通话一次、写信一次，你怎么交你的作业、怎么讨论进度，这都可以跟你的老师、跟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这个 team 这个小组成员，可以继续维持你们的讨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paper 一个 thesis， 就是你是一个论文的形式，可能你是一个 teamwork，你可能一个 team 是三个人、四个人要写出一个报告出来的话，你要让你的组员清楚知道说，哦，你是要出国交换，可是你不会消失啊，你该做的、你该尽的责任跟义务、你该完成的功课、该写的东西，你都还是要完成，好吗？如果你是大四的同学，
请记得你的毕制还有毕业论文。目前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大四的同学，没有哦。好，那我就假设大家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好，这是接机，这是指说如果你是到机场的时候，好，到机场 arrival 就是他们的入境大厅 arrival。大家说老师真的，你干嘛要讲这个啊？这是真的，我一定要再讲一遍。我知道大家会有点紧张哈啊，每一个国家的机场长相也不一样哈，有一些机场比较大，那它可能入境跟出境 arrival 跟 departure 它是在不同大厦或不同楼层，那有一些机场它比较小，所以它的入境跟出境它是在同一个楼层，它就在隔壁而已。好，所以同学，你拿了行李，你到了当地，抵达了，班机落地了，你过了完海关了，你的行李提领行李要出来了，请记得你就是在入境大厅 arrival， 因为你是 arriving 到那个国家嘛，哈，你是入境那个国家，所以你出来的地方就是 arrival hall， 就是入境的大厅。好，等你要离开，你要离开那个国家，你要回台湾了，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就是要去他的出境大厅，就是 departure， 啊，是要离开那个国家，好吗？这真的是，我知道很多同学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有经验。可是我还是要讲一遍，不要跑错航厦。如果对方老师有提供接机服务的话，你真的不要跑错。你说老师啊，我就找不到他们啊，你不要跑错，你在哪里出来，你就乖乖的站在那里等人家来找你。好，你不要去找他们，因为当地的人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机场长得什么样子。他们当地的老师跟学生会知道说，如果国际的学生抵达了，他拿完行李出来的时候会在哪里出来，所以当地的老师一定会知道你会从哪里出来。好，所以如果你一出来，假设他上个厕所，你看不到他，他也没看到你，没关系，你就在你出来的地方，你就乖乖的拿着你的行李，乖乖的在那边等个几分钟，好，然后找找看有没有那个学校的牌子啦，有没有你的名字啦，或是你有没有听到广播，人家在广播找你。好，那你在看那个广播的指令，或者是你就乖乖的站在好认的地方，你不要挤在人群当中，人家不好找到你啊！你就去站在一个人家比较好找到你的一个地方，让人家来找你啊！请不要乱跑，我们就有学姐太紧张了，她找不到人，然后她就乱跑，然后结果呢，她跑到出境大厅去了，所以人家韩国的老师在全世界广播找她，结果在出境大厅找到她，因为她太紧张了，跑错地方了，好吗？请大家真的冷。如果你拿到国外学校的许可信的时候，请大家再仔细看一遍，看许可信上面的资料有没有错误，你的生日啦，你的护照号码啦，你的英文的姓名拼音有没有拼错啦，一定要仔细看一遍哦。因为真的有学校可能忙中有错啦，可能英文真的拼错了，如果拼错的话很抱歉，那个文件就没有用了，你就没有办法拿来申请签证。所以国外学校给你任何的许可文件，请你自己眼睛睁大，好，自己眼睛睁大，看清楚你上面的个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你的名字、你的生日、你的护照号码。OK， 那如果你是办签证的话，一定是在台湾办。好，我们如果有港澳的学生也是在台湾办，在台湾办签证比较快啊，听说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那你办签证的时候，你可能要不管是网络上办签证，或者是你要当场到那个代表处去办签证的话，你要签或填写任何文件的时候，请大家字迹工整，好不好？我知道大家都很有艺术感，每个人写字都非常的漂亮，可是你在填这些重要文件的时候，请你看清楚你的填写的格式，姓跟名该怎么填，一定要看清楚，你不要填颠倒了。真的有学长姐就填颠倒了啊，那他就是重来一遍。姓每个国家叫法不一样，姓有人叫 surname， 有人叫 family name， 有人叫 last name， 这个都是姓。如果是名字的话，名字的话 given names first names 就是名字的意思， OK 吗？啊，所以自己记得那个表格怎么写，你要让自己知道说，哦，他在问我姓还是名，这个千万不要写颠倒。那如果你的名字上面是有一个杠杠的，像我们
英文名字可能中间会有一个杠杠，对不对？美美可能美美的中间就有一个杠杠。如果你的中间名字是有杠杠的话，你就把杠杠就也把它写上去，好不好？啊，除非那个国家说，请你不要写杠杠，也不要给我写逗点，那你就不要逗点，也不要那个 hyphen， 都不要写。好，你看那个国家的格式是怎么样子的？有些国家就希望你写 letters， 你要填入字母就好了，那你就填入字母就好了。好，那你这什么杠杠啦、逗点都不要啊。所以，请你填写文件的时候，自己要特别留意。还有，你填写生日的时候，我要强调生日写法。有些国家是月日年，像美国人就喜欢月日年，美国人就会把月份写在前面，月日年。那可能欧洲人呢，就比较习惯的是日月年。对，好，欧洲人呢就刚刚好是日月年，所以这样听起来有点绕口令，对不对？反正 anyway， 你在填文件的时候，就是看清楚你要怎么填，是年月日、日月年。日月年还是月日年？好吧，好，绕口令结束，请大家自己考虑一下你要怎么填写。那你去办签证的时候呢，你自己的护照，你的护照有效期也是很重要。拿开你的护照，看一下有没有至少一定要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如果你的护照快过期的，请即刻用光速去给我重办你的护照。好，你的护照真的不能够过期哦。如果你过期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办签证了。你要赶快去办，重新办新的护照。然后呢，假设你是明年春天出国交换嘛，哈，假设你交换到六月好了，你明年六月，那你的护照呢，最起码最起码一定要到七月有效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六月还在国外，然后你台湾的护照过期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当然会有问题啊。好，所以其实如果你的是交换到六月，那你台湾的护照有效期最起码一定要到七月以后嘛，对不对？那如果假设老师，你说老师啊，我在韩国待到六月，然后我想要去日本走一趟啊，假设你可以去日本的话，好，日本走一趟，是我七月想待在日本，可是你的护照有效期直到七月的话，很抱歉，日本不会让你入境的。因为你如果你要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旅行的话，你的护照最起码又要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还记得吧？啊，所以你如果你要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你的护照最起码一定要六个月以上有效。所以如果你想要跨国旅游的同学，请好好看一下你的护照有效期。好，你说老师，你这个字太简单了吧？为什么还要一直讲？我就是一定要讲，因为真的有同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尴尬，好不好？请大家真的出门前看一下你的护照有效期，然后等你拿到签证的时候，拿到签证不是就没事，你就把护照合起来了，不是？你拿到签证的时候，再多看那么一眼，他签证上面的资料是怎么写的啊？因为有些国家他会给你的是 single entry， 是单次入境；有些国家会给你 multiple entry。多次入境，每个国家的学生签证的规格也都不一样啊。多次、单次，或者是有效期是30天，有效期80天，有效期100天，每个国家都不同啊。所以，请你仔细看一遍，好吗？好，你不要想说啊，他移民官呢很专业啊，怎么会有错呢？也许他真的忙中有错吧啊。所以看一下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什么时候之前要入境啦，或者是单次还是多次的入境。然后你签证拿到之后，你就可以确定你的机位了哈。在你还没有拿到签证之前，你可以先预定，先了解一下有哪一些班机的行程，尤其现在是疫情期间嘛哈，班机时间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是没有办法那么固定的啦。那你可以先提早了解一下，你可以先预定，但不要急着付钱啊，因为万一到时候你要延期怎么办？又要改期的话，可能还要另外付费。所以呢，你如果想要先预定，就先预定就好了，不要急着开票哈，不要急着付你的机票钱。等你顺利拿到签证之后，你再确定你的机票机位的部分。那保险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好，再来体检，体检刚刚也已经说过了。这个体检呢，这个有一个 link 啦，你可以自己连进去，我已经帮你们都设定好连结了，你就自己连进去，因为它是针对留学生体检。那个是我们卫福部的网站，他有告诉你说，哦，体检是大概什么样的情况，哪一种体检是什么意思之类的，请大家自己去研究。那如果姐妹校有要求你一定要体检的话，
或是你一定要出示一些疫苗证明的话，那请你去乖乖的去做体检。OK， 好，那这是学校的许可信，这是韩国的许可信，这只盖给大家参考，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学长姐问这个问题，他们看到这个许可信，他超紧张的。我说大家请不要紧张。我们拿到文件之后，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读这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什么样的意思，你要慢慢冷静下来看清楚、啊、好，我们看它上面七支 A 的地方， A 它有写 tuition and fees 3300美金，然后 B 它是写 living expenses 它写3000，所以加起来是6300美金。然后学姐就很紧张啊，老师我要付6300给韩国、哦不是，请大家不要紧张，请继续往下看八，它八点 A 的地方有一个 students personal funds 3000块，然后那个 C 的地方 ，C 之二的地方有一个 university 3300，那它的意思是说，这个3300的学费呢，已经 university 的 scholarship 帮你 cover 掉了，就是韩国学校呢不需要你支付学费给他。所以这个学费呢，3300的韩国学费是被 waive 掉的，就是国外学校不用你付钱给他，等于是用奖学金的方式帮你 cover 掉了啦。好，那你自己要准备的呢，是3000块美金的生活费，学生的 personal funds， 就是个人的生活费的部分，3000块美金。那这3000块美金呢，是你到韩国去，可能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自己准备啊，不是要你汇钱给他啊，所以不要爸爸妈妈看了紧张死说哈。你要3000块汇钱到韩国去，不是、啊、所以请大家不要紧张，这3000块呢是自己准备好到韩国去的一些生活费。好，备注有写说，如果是韩国日本呢，如果你是自己要自费去上他的语言课，可能是韩语的语学堂或者是日语的语学堂，这语学堂的学费就是另外自己付费，这个我们就没有列在上面了。 OK， 目前没有问题哦，我没有看到手手有举起来，所以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这也是韩国的部分，因为去韩国交换的话，韩国的那个学校呢，你到学校去之后，他会帮助你去申请一个韩国人的登陆证。韩国登陆证其实就是在韩国外国人在韩国的身份证嘛，哈，就像我们台湾，你外国人在台湾也有台湾的身份证，叫 ARC， 就是给外国人的身份证。那我们台湾人到韩国去也要申请他们的外国人的身份证啊，这个身份证韩国学校会帮忙你，会告诉你该怎么申请、啊、那你该准备哪些文件啦，你就听韩国学校 的建议。那有些学姐有说啦，她说如果你有那个韩国的身份证，韩国人的登陆证的话，你就可以多次进出韩国了，那这是指正常情况下啊。现在是疫情期间嘛，我想大家应该不想进进出出嘛，要不然你就进来14天回去又14天挺累的。好，这是学长姐的经验。那韩国交换学生的签证呢，你们可以在台北申请、啊、这个韩国交换学生的签证是单次入境的，它是单次入境，所以呢你就是等到你要到韩国去的时候你再进入韩国就好了。因为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有些学生在寒暑假还跑去韩国玩，那他这个签证就没有效，变成他要重新申请了。所以现在因为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随随便便去韩国玩了嘛，哈，所以就等你要准备去出国读书交换的时候，你再出去，你就可以用这个签证，因为它是单次入境。OK， 好，再来下一页。啊，这是艺男的部分，我们有些同学是艺男嘛，哈。那 Ivy 已经发 email 给你了。那如果你是免疫，你不用当兵也让我知道，或是你已经服完兵役也要让我知道一下。那日期是可以讨论的，好吧？有问题的同学应该已经告诉我了。那日期呢是可以，看你是要提前，或者是再晚几天回来都可以，只要不要太夸张了哈，我们都会帮忙大家。那这只是过大概是初步的一个日期时间点，那希望大家不要再超过那个时间点了哈，因为这个是政府会核定你说，假设你是1月1号出国，5月31号回来，那请你就是一定要在1月1号以后出发，然后你回台落地台湾的班机就是一定要在5月31号之前啊，这是政府的规定，因为你是艺男的身份。那 Ivy 会发信到，会发公函到你的县市政府，就是你的户籍所在地。然后呢，他们通过之后呢，他就会回函，回函你也会看到，因为回函也会回函到你家，就是你的户籍的那个地址。
那你收到那个函之后呢，你就可以到这个网站，这个内政部的议政署的资讯系统，你可以去 key 自己的资料，然后你要自己去印列印出来你的出境的核准通知单。现在都上网网路化的哈，所以是意难的话，请你自己要去做这个动作。好，然后等到你搭飞机那一天，拿着你的护照，那把你列印出来的通知单夹在护照里面，你就可以直接通关了。好，现在越来越便民了，越来越方便了。那意难出国呢，他是去读书的。我们帮大家申请的目的是出国研修，是去读书的，不是出去玩，也不是出去实习。好，所以如果你的目的不一样的话，不可以哦。我们给大家出境的目的是出国研修的哈，不是让大家提早出去玩的，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哦。那时间到了，比如5月31号或者是6月30号或者是7月31号，只要那个公文上面规定的日期一到，你一定要回来，或是之前提前回来那是都 OK。 好，好，这个是打包的行李。那打包的行李呢，重要的行李文件当然都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好，重要的像一些护照啦、签证啦、许可信、成绩单、保险文件啦，你有些缴费的证明或是有任何的 contract 照片啦，请大家就随身携带，但现金也都是要随身携带嘛。那照片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带个几张在身上啦，那种两寸的大头照，就是两寸大头照，一寸真的太小好不好，大家一寸太迷你了，你就准备个几张，三张、五张或十张都可以，就是你的两寸的大头照。因为有些你到对方学校去报到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也许是需要填写一些申请表，那如果你有照片的话会比较方便，要不然你去哪里找照相馆嘛，啊，你临时去哪里找照相馆很难找嘛，啊，或者是你到当地去，你可能要办一个什么月票啦，办个火车卡啦，什么学生卡啦什么的，如果你要去办一些优惠的卡的话，也许都是需要你的照片，你的大头照，所以你身上可以带一些两寸的大头照，多带个几张在身上，啊，那当你到当地去要用的话就很方便了。哦，刚刚那个随身托运行李的限的公斤数自己要去查一下哦，因为每一家航空公司不一样。那如果你是亚洲区的话，可能就是好像通常都15或18公斤吧，因为如果你是飞亚洲线，它的飞机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每一个人的限重可能你要看你飞哪一种哪一个班机，哦，哪一个航空公司，它的限重数不一样，有些会规定说你只能一个托运行李，那你就只能带一个，然后剩下你就要自己扛，啊，那你可能要背一个那个背包啦，或者是扛一个那个上飞机的登机箱。那如果你是飞欧洲或者是飞美国比较远程的航班，那它飞机肚子通常比较大嘛，大型的航班，那它可能也许公斤数会比较重，它可能可以让你一个人带个20公斤或者是23公斤之类的。好，所以就是看你的航空公司啦。那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重，像我一个人 Ivy 一个人出差的话，我觉得18公斤就是我的极限了。像我一个女生，我扛18公斤我就觉得很重了，所以你不要想说啊，老师他可以让我扛23公斤就塞满满的，谁帮你扛啊大家，哦，不会有人帮，也许你在台湾有爸爸帮你扛啊，你到当地去谁帮你扛啊，如果你又一个人要想办法转机，或者是你一个人还要搭火车或搭个什么铁路搭个捷运，你要一个人到宿舍报到，啊，万一到宿舍宿舍没电梯你怎么办啊，谁帮你扛啊。那如果欧洲的房子又是木造房子，三楼五楼没电梯呢，你又是你宿舍在五楼，你都看了大家都要晕倒了啊！真的，你的公斤数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太重。你要假设不会有人帮你搬行李，好吗？女孩们，真的托运行李称一下，不要超重。好，18公斤我就觉得差不多就是极致了。好，再来就是你的生活费，现金当然是要自己带着嘛。哈，我会建议大家啦，第一个月的生活费，至少准备好现金。如果你说老师我到当地去我想要开当地的银行的户头，那可是你到当地去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就开出来，因为开银行户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可能国外的做事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开好户头，那你第一个月怎么办？你第一个月可能是最需要用现金，你可能要买一些锅碗瓢盆，你要买棉被，你要买枕头，对不对？那你需要一些现金，所以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先准备好至少第一个月的现金。那生活费大概就是我个人觉得需要2万-3万嘛，因为第一个月你需要的钱是比较多的。好，然后如果你习惯用旅支，因为有些国家旅支很方便，尤其欧洲地区的话旅支比较方便嘛，哈，那旅支但安全性会比较高，那如果你去的地方是可以兑换旅支的话，那你可以准备旅支，但会比较方便一点点，比较安全。
啊。那等你到当地去开好户头了，你再请你台湾的家人帮你把你的生活费这样汇款的方式汇到当地的户头去，啊，你就可以直接领钱了。那当然有一些国家真的有学长反映说，哦，他们速度效率真的没有那么高，等到他开好户头，第三个月、第四个月都已经快要结束交换了，这是真的，真的有发生这样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不变应万变哈，很有可能你户头真的开的速度很慢，这个时候呢，你要有信用卡，信用卡就很重要的。你的信用卡可能是爸爸妈妈的副卡，那如果你自己有信用卡，当然最好嘛哈，你在国外的刷卡，然后。费用就是在台湾这边的户头来直接做扣款的动作。那信用卡呢，你也可以去申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叫做海外预借现金的功能。那这功能是另外要申请的哦，这不是每一张卡片都有的，这是要另外去提出申请。你要到银行去走一趟，本人亲自到银行走一趟。如果银行你的副卡是爸爸妈妈的副卡，就付钱的是爸爸妈妈在付钱的话，那请你爸爸或妈妈跟着你一起到银行去，因为银行要 make sure 付钱的人就是你爸爸或妈妈同意让你这张信用卡可以海外预借现金的功能。然后呢，你去做这个申请的动作之后呢，那个银行呢就会给你一组新的密码，一组很特别的密码，他会给你一个密码条，是封好的密码条。然后呢，你有这个密码条之后呢，等你到假设到德国去之后，你到德国去的 ATM machine， 你才可以按那一组特别的密码，你才可以在国外预借现金。因为一般的信用卡只能刷卡，对不对？你是不能够拿现金出来的，所以你要有这个特别的申请这个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密码，你到国外去的 ATM machine， 你才可以借现金出来。OK 吗？大家这个蛮好用的。你可以去做个申请的动作，就不用一直刷卡了哈啊。那如果你要预借现金的话，请大家一次不要五块十块，你不要那么小额，因为每一次你预借现金，每一次就是一笔的手续费，大家也知道手续费不太便宜。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身上现金不太够，你必须要预借现金的话，跟爸爸妈妈讲哈，哎，妈妈，我今天预借了1000块欧元，假设了哈，或者是我今天预借了500块美金啊，爸爸妈妈心里就有数说，哦，你借了500块美金，他就 make sure 说台湾这边的户头里面是有钱的啊，妈妈下个礼拜的账单会看得到你有预借这一笔。要不然如果你也没跟他讲，妈妈搞不好你被盗刷，或是很怕你的信用卡被偷了，对不对？所以呢，跟家人一定要沟通好，说，哦，你现金可能现在还不够，或者是银行的户头还没有开好，那你需要一些现金，那你预借现金了多少钱啊，爸爸妈妈看了就知道了，他就会去付费这样。好，那你个人要必需品你可以带着啊，衣服啦，还有你正式的衣服，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正式的衣服带上一套。不是说要让你带旗袍哈，不是那个正式衣服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也许你到国外去可能需要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可能是上台报告，如果是在学校可能是上台报告啦，你可能需要穿着正式一点的服装，或者是如果晚上他有一些 party 或是有一些 meeting， 假设也许有一些研讨会，对不对？都是有可能的，那你可以带上一个正式的服装，不会说每次都是穿牛仔裤穿短裙吧，对不对？好，带个小套装我觉得也很好，还很端庄啊，对不对？所以自己的衣服带上，那你要到当地买也可以啦哈。如果你说老师我 OK， 我当地买我已经买好了，我已经想好我要去 LV 专店买， OK， 你可以在当地买，要不然你就自己带上一套正式的服装。好，那这个邮局的茶叶箱是指说如果你有一些比较不会受潮不会烂掉的东西，你可以用邮寄，就是邮局的海运。邮局的海运呢会比较便宜啊，可是它时间会比较久，因为海运它在海上漂嘛，海运大概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好，以前的经验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都是一大箱嘛，然后放海运这样子，那船可能从欧洲来的船可能现在大概可能要一个月才可以到台湾。那如果你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就空运，那空运相对就比较贵，而且贵很多啊。空运比较快嘛哈，空运也许一个礼拜就到了啊。海运便宜很多，可是海运就比较久，所以如果你是预计要回来台湾了，你行李都打包好了，你可能要去当个流浪背包客，对不对？
你说老师我要去流浪了一个礼拜这样，那你东西行李可能没有办法跟着你一起去背包客嘛，那你的行李就打包好，就自己到当地的邮局可以寄海运 Sea Cargo 海运会比较便宜。好，那你回来台湾，也许你背包客回来台湾之后，哎，也许你的海运的东西就收到了，我们这样还蛮好玩的嘛，哈，就是看到自己当初的一些留学的记忆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玩的。好，所以这是海运。那当地的电压还有插头的形状也不一样，哦，大概这种美国跟我们一样嘛，哈，美国的电压跟插头是跟台湾一样的，除此之外，好像其他国家长得都不同，所以请大家研究一下，你要去的那个国家的电压是多少伏特，是110还是220，还有它的插头的形状。那我都会建议大家，你出门前去买一个那个 international plug， 就是国际的插头，啊，因为国际插头，它可以各个全世界都可以用。那它那可能插头看有500块，有800块，我觉得差不多500块就差不多了。那你可以多买几个，像我啦，我每次出差的话，我行李至少有三个，我的行李箱至少有三个插头，因为我可以分开充手机、笔电，还有吹头发。好，就是好，我觉得三个插头我可以同时做三件事啊，但不是说插在一个同一个插头上，这样可能会危险了，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充电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多准备几个那个插头，就是万用的插头。那电压，大部分现在的电压都已经是全世界可以用的电压，像你是 3C 产品的话，什么数位相机啦、手机、笔电啦，大部分你的电压你可以后面翻过来，你的充电器看一下，大部分的电压都是全世界同，就是110到240的伏特都是在里面了。除非你是特别的电器产品，假设你说老师我一定要用这台吹风机已经跟我十年了，你非用它不可，你一定要带这个吹风机出国，好，那你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吹风机安全吗？你可能拿到一个不一样电压的国家的话，它可能也许会有危险哦。好，如果你吹风机再加一个变压器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除非是必要啦，要不然我觉得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吹风机了不起一个300块500块嘛，当地买就好了，好不好？到当地去买就行了，你就不会那么危险。还要从台湾带过去，还要再拿个变压器，哇，我觉得这好恐怖哦，啊，真的很恐怖。好，那网络，我这边讲一个网络线跟那个分享器，这也是每年学姐都会问的，老师，当地有没有 WiFi 啊？真的有学姐问我说，老师，我那国家有没有 WiFi？ 那国家当然有 WiFi， 可是你住的地方可能不会有 WiFi， 真的。也许校园里面就像民传一样，我们校园里面都是 WiFi， 学校是 WiFi， 可是宿舍里面不是 WiFi， 因为你可能你住的地方它也许是没有 WiFi 的，它可能是一种要接插头要接网路线的那种 plug， 你要接 cable 的。所以呢，如果要是我的行李里面也都会有一条网路线，就是以防万一说我到当地我住的地方或者是某某宿舍楼里面它是没有 WiFi 的，那怎么办？你没有网路你怎么活，对不对？所以我会多带一条网路线，那网路线细细的一条也不会占你多大空间，我都会放在行李箱，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有网路线了。除非你自己说，老师放心，我已经研究好了，我已经准备好把我自己的分享器都带去了，可以，你就把自己的分享器就带去。如果到当地去，你就可以直接，你有网路，你就一开你的分享器，哇，你很多手机什么都可以跟着上网了。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准备好了你自己的分享器，或者是你的网路线带着。好，网路很重要哈，网路这个议题。这个叮咛是指说你的宿舍的规定呢。他怎么规定就照着做，请大家不要就是无故的逗留，也不要说硬着说，哦，我一定要提早搬进去宿舍住，人家的宿舍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都有人家的规定，好，所以请大家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好，该什么时候离开宿舍就离开宿舍，如果他关门了人家打扫了就请你离开吧。那如果你还要当背包客的话，你的东西请不要留在人家的宿舍里面，你要请谁帮你收啊？不会有老师帮你整理的行李的，所以如果你有自己想要去哪里再多停留的话，你的个人行李、大件行李，请自己想好你要放在谁家。你可以找，比如当地如果有认识当地的好朋友、韩国同学、韩国的欧巴或欧尼都可以哈。当地的同学可以让你借放的话，当地的好朋友给你借放，那太棒了。等你背包客回来之后，再好好谢谢人家一下，对不对？哈，所以当地的朋友的话，如果照顾你的话当然更好，
啊，如果不行的话，那你的行李就要跟着自己跑了。好，离开的时候行李一定要清干净。那宿舍的话，寝具都是一定要自备的。那有些宿舍它可以在里面就可以购买。好，那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二手货，那也许你自己觉得二手货你也怕有没有干净嘛，你自己可能也不太习惯，所以宿舍寝具你到当地买就可以了。真的有学姐问说，老师我要自己扛吗？自己扛棉被枕头去吗？当然不可能自己扛啊，你的行李空间有限啊，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自己扛个枕头去啊？所以一定到当地去买。所以你可能到的时候，如果是白天到，那也许他的就是他的一些商店都是开着的情况下，哎，你可以好好买购采买你的生活用品。那如果你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半夜或是比较晚，啊，有些商店可能很早就关门了，所以第一个晚上呢，第一个晚上真的第一个晚上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是真的啊。留学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大家留学生生活，你可能第一个晚上到当地去的时候，也许暖气还不够暖，或者是还不适应当地的食物，那可能棉被寝具还没有买足，那都是有可能的。那你的行李跟在自己身上嘛，所以第一个晚上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就把自己的大外套啦、自己的衣服啊、裤子啊拿出来，哎，也可以铺一下床布，很舒服，一样可以睡啊，一样不会感冒的。好，想当年，好，我不要讲几年前，想当年我在做留学生的时候，第一个晚上就是这样过的。第一个晚上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宿舍都是空的。好，就是一个木板床，怎么办呢？你就是啊，行李打开，默默的行李打开，衣服全部拿出来套在自己身上，倒了就睡。因为第一个晚上通常也比较累嘛，对不对？压力大，你自己很紧张，好不容易放松了，很累，很快你就入睡了。好，所以大家第一个晚上跟家长报平安的时候，跟爸爸妈妈报平安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很累很辛苦，可是先不要掉眼泪。好吧，先不要说爸爸妈妈我想你，然后呢我的宿舍没有寝具。爸爸一听，爸爸紧张死了，哈，啊，我女儿怎么那么可怜，宿舍没有寝具。啊，爸爸就开始担心你会不会着凉，会不会受冻。啊，爸爸也跟着掉眼泪。真的哦，啊，请大家要坚强。如果你到国外去读书一个人没有关系，你可以照顾好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跟他说想你的时候呢，爸爸啊，虽然我的寝具还没有来得及购买，没有关系哦，我把我身上已经所有的衣服都穿好了，我已经准备要就寝了。爸爸一听，哦，我女儿太坚强了，已经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啊。所以跟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通电话的时候，真的让他们感受到说你是可以一个人照顾好自己的，不要让你的家长那么担心你，还要担心你说有没有棉被盖。好，不要这样子。好，大家要坚强哈，第一个晚上过了之后，白天醒过来 OK 啦，你就可以去外面采买你个人的生活用品了，就一次把它买齐买足，或者是慢慢买都可以。好，这是宿舍的寝具。然后用电呢，因为有一些宿舍的用电呢，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规定的，它不是让你说好你可以随便让你用到开心，不是这样子的哦。好，它的额度是有一定的规定，那超过了，如果你冷气开24小时或暖气开24小时，很抱歉，你超过的额度请你自己负担，哦，请大家留意，不要那么浪费电源。你离开宿舍房间，请你把你的暖气或冷气关掉，好吗？这个暖气在欧洲是很贵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心理准备。在日本、韩国也是，如果你开暖气，其实是很贵的，哦，所以请不要开24小时。那如果你是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你要看清楚你的合约的规定，因为有一些房租会说，哦，我要收你押金，我可能要收你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或是我要收你多久的押金，哦，那你什么时候搬出去之前呢，你要跟我点交，啊，如果你的房间的屋况什么什么情况下呢，我才可以退押金给你。我们真的有一个学姐，她到法国去，到里昂去交换，她很开心，她签的那个合约尴尬了，她签居然签法文的合约，偏偏她那时候法文根本还没有学，她说老师啊，我有一个法国好朋友，她帮我看合约，她觉得没有问题啊。好，对法国人来说，他可能觉得法文的合约是没问题的。可是你呢？你看不懂法文啊？那他那时候要离开那个宿舍，就是他租的地方，要回来的时候，尴尬了。他的房东不把他的押金还给他，因为他房东觉得说，你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有跟我点交完成。因为那个学姐就急匆匆的就回来台湾了，所以那个两三个月的押金他根本拿不回来，不少钱，好几万块。然后房东说，请你看我们的合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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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是这么写的，
合约是法文，学姐没看懂，所以学姐怎么办呢？她就真的自己认栽了，认赔了两三万的押金就给房东了，因为房东有道理啊。啊，所以请你要签任何的东西之前，签任何的合约，宿舍合约也好，你要签任何合约之前 ，make sure 你是看懂的，你是同意的，你是清楚知道上面的文字在告诉你什么，好，你才可以签名哦。你不能说你签了之后，到时候你再跟他 argue 说，哦，这个我根本不懂啊，我不同意啊，你那时候跟他 argue 就没有用了。啊，所以请你签任何的文件之前，你一定要看懂，你要求是要有英文版的。你要有英文版的合约你才可以签名哦。好，如果他的房东很硬，抱歉，我只有韩语版，我只有法文版，那你怎么办呢？大家，你不是孤立无援的哦。虽然 Ivy 看不懂韩文，我也看不懂法文，你可以把你那个文件呢拿去姐妹校的国际办公室，你就大大方方的把那个合约书走进去姐妹校国际办公室，国际姐妹校的办公室老师一定是讲英文的，你可以很有礼貌的问那个老师说，老师，这个法文的合约我看不懂，这个韩文的我看不懂，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你解释一下，或者是可以请那边的老师帮忙你说，可不可以跟那边的房东说有英文版的合约，那他们当地人用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方式下去沟通会比较顺畅一点，是吧？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合约的问题，你不是很清楚的话，不要太随便、太轻易的签名，你要保护你自己，把你的文件拿到国际办公室去，请那边的老师帮你留意一下。那也许那边老师一看就觉得说，啊，亲爱的，你被骗了，嗯，对不对？你就突然知道，哈，原来我是被骗的啦。所以要好好保护自己哦。啊，国外还是会有一些陷阱的啦。哈，虽然我相信大家都是人性本善，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要保护好自己的地方，嗯，然后你要跟你的房东好好沟通哈。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们还没有讲完哦。没问题哦。好，我们 Sophia 有没有问题呢？ Sophia 还在吗？还是已经不见了？在，没有问题。 Sophia 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你跟那个 Coco 有搞定好你们住的地方了吗？有。好，你有先问一下。好，那就这样了哈。好，谢谢。OK， 好，再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这个是个人健康的部分啦，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健保呢，台湾的健保，请大家继续保健保啊，健保不要停。他说：“哎，老师，可是我明明到国外去啊。”我们台湾的健保有一些在国外的项目是可以理赔的，台湾的健保有一些项目是可以理赔你在国外的单据，那当然细项我不是很清楚了，你可以看一下健保局。所以你不是出国你不是去一年两年四年五年，你也不是移民海外，你在国外只是短暂停留一个学期四个月五个月你就回来了，你根本没有超过半年，在这样的情况下请你的健保不要停，你的健保要继续保台湾的健保 ，OK 吗？啊，如果你的家长有问你的话，女儿啊，你要出国去交换了，你健保还要吗？要，健保还是要，因为你只是短暂的出国，你不到半年你就回来了，所以请你的健保不要停保，请继续保健保。那如果你自己有常用的一些处方签的药，比如你有一些需求的话，个人的需求，处方签的药你可以自己准备好，你要跟医生说你要出国去交换多久，你要去哪里，你要跟医生说可不可以先多开一些个人的处方签的药给你，你可以带个一个月或两个月看几个月的份这样子哈，带着那医生的处方签诊断证明书也要请医生开给你英文版的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英文版的处方签，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带一些药品你要过海关的时候，你到当地国家去你要过海关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些证明文件，要不然你会被拉到小房间去，小房间呢就是海关会跟你一对一面谈，问你为什么要带这些药进来我这个国家，你是要做什么的，大家都看过电影嘛，很多电影都是这样演的，你如果带一些药品是你个人的药品，你必须要有证明文件，证明这是你个人要使用的文件，所以那个证明文件一定是医生的文件或者是医院的文件嘛，证明的文件，而且是要是英文版的文件。
海关看不懂中文，请大家不要尝试的告诉海关说，哦，这是中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海关不会听你解释。好，所以请你的文件，正式的文件，英文的文件，请医生帮你出示英文的诊断证明，因为医生的英文都很好，好，大部分的医生啦，英文都很好，或者是到医院去申请 正式的英文版的证明文件，这样子呢，你过海关，你到当地去当地国家的时候，如果他询问你，你就啪，很帅的把你的文件给他看，他一看就知道说，哦，你是因为个人的健康的因素，所以你需要使用这些药品，啊，你这样才可以带着那个药品通关哦，啊，要不然你可能就被扣留在小房间，那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好，目前我们学长姐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好，那到当地国家去之后，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常用的，除了处方笺之外啦，比如你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头痛药啦、肚子痛的药啦，自己也要带着。好，因为是这些的药，比如阿司匹林啦，自己常用的、常吃的、比较习惯的药性的话，到当地去的话会比较习惯了哈。要不然突然你肚子痛了，什么药都没有，那你要去哪里看医生？那如果看医生又要开个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肚子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啊，所以自己就带着就对了。好，啊，像我都会准备一些肠胃药、头痛药，我都会带着。好，好，那每个国家它的就医的情况也不一样，好，每个医院可能它你要先预约，预完约要先怎么样，先挂号什么什么，每个医院的诊所的位置也都不同，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我们当然身体一定要顾好。那如果你需要真的，要到当地看医院的话，如果你不是很确定该怎么预约或者是该怎么支付的话，我会觉得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到他们的国际办公室走一走吧。国际办公室的老师通常是最清楚国际学生的需求，啊，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确定说要去哪里看医生，那也许学校里面就会有校医，啊，那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到国际办公室去问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了。好，所以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自己要好好 take care，啊，你不要这样傻傻的自己在宿舍里面很辛苦 很累流汗或者是生病很难过，啊，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自己那么委屈那么辛苦，啊，有什么事你就要讲，然后跟室友说或者是跟国际办公室的老师联系都可以，啊，大家才可以帮助你让你的生活开心一点。好，那我看我们的下一页是，这是英文版的啦，这只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海外的保险，我们保险有零零总总很多保险，那建议大家你可以参考一下旅游不便险，最近旅游不便险还蛮受欢迎的，因为班机很容易取消，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听说这个旅游不便险好像可以补贴你那个临时取消的一些飞机票的钱，细节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不是保险专家，所以请你问一下你的保险公司，看你有没有想要买旅游的不便险，医疗险啊、意外险啊、平安险啊，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保险的项目，你可以自己评估，失窃险啊什么的都可以，啊，你就自己去评估。好，那这页是针对韩国健保的部分，韩国健康保险。那去韩国的同学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韩国政府从今年开始，他开始执行一项新的法规，就是他要求所有的外国学生，他到韩国去之后，你要自己自费，你要自己付钱加入他韩国的健保，就像台湾的健保一样，他韩国有韩国的健保，那每一个月呢你要负担你的健保的钱，然后他那个健保的账单呢会寄到你的住的地方，看是宿舍或是你住的地方，然后呢如果你待四个月就是付四个月的健保费，两个月就是两个月的健保费，那这个部分呢有一个点，就是你一定是拿到他外国人的身份证之后，就是 ARC， 就在韩国的外国人的身份证之后，你才可以加入他韩国的健保。那像刚好昨天有个韩国的祥民大学的老师就说，因为外国人呢要取得这个身份证呢需要一点时间，啊，他不是东隔天就给你了，不是这样子，啊，那他需要一点时间，可能会甚至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你到韩国去，那你头两个月你还没有他身份证，你没有办法加入他的韩国健保，你还是要有保险的。好，你不是说头两个月就没保险，不能这样子，啊，所以请大家去韩国交换的同学，你还是得要从台湾自己准备保险，自己购买完整的保险去韩国使用。那同学问说，老师，那我到底要买几个月的保险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取得那个外国人的身份证嘛，对不对？你不知道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多久
没有人敢保证嘛，对不对？因为你韩国政府作业到底速度快不快也不晓得。所以呢，我们要从台湾自己买保险的话，请大家购买完整的一个学期的保险的 cover 的长度，就是从你班机起飞的那一天开始算起，一直到你回台落地了的班机那个时间为止，好，是一个完整的，好，完整的。假设你是二月中你的班机，假设你是二月十五号的班机，那你是六月三十号的班机回来，那么你的保险时间点就是从二月十五号起飞的那天，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回台的那天为止，好，这个就是你的保险的时间点，是一个很完整的。OK。好，就这样咯，去韩国的同学要特别留意，要自己准备好完整的保险带去韩国使用。那等你到了韩国，等你有他的外国人的身份证了，如果那个对方学校老师提醒你说，哎，你有身份证咯，你要开始加入他韩国的健保了，那你再问老师说，哦，那你要怎么申请加入韩国的健保。好，你再到当地的学校去问就可以了。好，那这一页很重要，希望大家听到这里还醒着。好，没，我看大家都没举手，我想说应该都没问题了。好，我们继续讲，这是针对 COVID-19 的部分，这些连结都帮大家设好了，你回去自己点好不好，看你是要去哪里。那每一个国家的疫情现况的不同，那也有人说好像另一波又要起来了，好像有一些国家又开始出现比较高的确诊人数了，所以请大家要密切留意，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它的疫情会不会慢慢的和缓下去，因为冬天又来了嘛，可能又有新的一波到了。那目前的日本还是关门的，目前日本还是进不去。韩国要14天的隔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韩国还是要求14天。那接下来是好，美国目前最新的规定就是11月8号起，你入境美国，你必须要施打两剂的疫苗。好，去美国的同学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了，所以赶快去排队打疫苗。好，而且他的疫苗是要美国 FDA 或者是 WHO 核准的疫苗。那大家同学问我说，老师高端还没有核准。好，最近的新闻也蛮火热的，大家都有留意哦。好，所以如果你要去美国的话，请记得要打好两剂。法国的话，现在是你要有一个72小时的阴性的检查报告，还有你要个人的声明。荷兰也是要检查报告，波兰、瑞典、德国每一个地方都不同。那欧洲的一个地方呢，我相信大家六月应该有密切观察，有一个新闻就是欧盟，因为台湾的疫情慢慢和缓了，所以欧盟有很多国家就宣布对台湾就已经解除旅游的限制，就是台湾人可以不用被隔离了，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进去。那有一些国家还是会要求你必须要登机前的72小时要有一个 COVID-19 的阴性的检测的报告，所以如果你要搭飞机之前，你要记得去做这个检查报告。好，所以一定要密切到一直到你出发前，你要密切观察这些国家的最新的消息，因为 Ivy 只有一个人，我可能没有办法帮你从头到尾注意到所有24小时的新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那你也要看那个航空公司，它以后网站也都会有一些消息。那我们端木同学露脸了是什么意思？端木同学，你露脸的意思是要问我问题吗？好，没有露脸的意思。好，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呢？大家没有？哎，好，没有。那我们看到宇轩有举手，是不是？宇轩，宇轩是举错手了，是不是？好，那我就往下讲喽。好，在这一页就是还是会有同学问啦，说老师，那国外的学校呢，他会不会暂停，就是暂缓接收交换学生，会有这个可能吗？像以日本来讲，日本目前根本还没有开门过。好，日本跟台湾一样啦，从去年开始就是已经关门了。宇轩是还在举手的意思吗？宇轩，老师我真的有问题，可是我刚刚被退出去了。哦，好，你的问题是那个韩国的部分是可以在他们的宿舍里面隔离吗？还是我们要自己另外找哪种防疫旅馆？韩国你要等对方学校的通知。韩国的姐妹校有些学校的做法不同，重点就是不是在他的宿舍里面，一定是在外面。那他有一些学校他在外面是有外面的宿舍的，那有些学校是没有宿舍，你就要到旅馆去。
好，那宇轩你是去安养大学对不对？那安养大学呢，我看一下、哦、安养大学它是应该是没有宿舍的，应该是到外面你自己要去住那个 hotel 啊、哦、这之后呢对方学校老师还会再给你一些讯息啊，因为你们现在还是申请阶段而已。好，那如果假设是以安养大学来说，它是没有宿舍的，所以你是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去用的是外面的 hotel。那如果是外面的 hotel 的话，你就要自己去订 hotel。好，对方学校老师不会帮你订，因为每个人的价位都不一样。有些人希望住舒服一点，有些人觉得哦，我一般 Airbnb 就可以了。好，他必须要依照韩国政府的规定，他会严格规定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你隔离的。因为像之前我们有学长，他就去租那个 Airbnb， 那 Airbnb 它是有个人独立的卫浴设备的，好，那它里面甚至有一个小厨房，他很厉害，他很会找，他找到一个独立厨房，还找到那种厕所的，然后就住在那边住两个礼拜。OK 吗，宇轩？嗯 ，OK， 谢谢老师。好，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现在韩国是有检疫隔离的，所以韩国还是要自己考虑一下这个费用的部分。这些费用不低了，不少。所以如果你是要去首尔地区的话，可能这个费用可能要好好算一下。OK， 好，好。那还会有同学问说，那 COVID-19 的检测要吗？虽然老师你说，有些学校、有些国家好像没有要求了耶，可是有时候政策变来变去，对不对？要是我啦，我都会统一告诉大家说，你就去做吧，你就去做检测吧，备着嘛，对不对？如果突然万一某个地方突然前一天突然改变政策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检测证明。所以你出门前三天之内，72小时之内，请你去医院啊去做一个这个检测的阴性报告，请他有一个英文版的阴性报告。你要出国嘛，哈，不要申请中文版的，中文版的海关看不懂，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申请英文版的证明文件。那下面有一个卫福部的医院常见问与答，我都连接都设好，你自己点进去哈，自己去研究一下。好，那这个是针对有一些同学还是会问说了，老师，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去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再往后延一个学期呢？我可不可以保留名额到2022的秋天啊？因为本来你是春天要出门嘛，那我可不可以秋天再去啊？这是有可能性的，因为我们也不想强迫大家疫情，如果国外疫情又突然高峰了又爆发了，我们也不可能逼着你出门嘛，对不对？因为安全很重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申请说，老师你想要延后海外留学的声明书啊，这个网址你可以自己点进去，你可以填一填，然后交过来给我们，当然是学期末之前吧，你要交过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你可以再延后，就是延后到2022年的秋天，就明年的秋天再出国啊，当然是同一间姐妹校啊，不是说啊我要跳到另外一间，当然不可能啊，就是你同样的一间姐妹校，我们就可以保留名额给你。那至于那个姐妹校可不可以让你这样做呢？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做答案啊，因为也许他关门，就像日本，他就是不开放啊，日本政府就不开门啊。那他可能明年什么时候会开门，我们也不晓得。所以姐妹校可不可以让你这样子保留名额呢？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啊。可是以民传这边来说，一定是会尽力帮你的。民传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疫情这种关系，打乱大家很多计划，我们都晓得。好，可是也没办法，只希望他赶快过。好，那如果你要延到秋天，就是明年秋天再出国，你可不可以换学校呢？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就是保留在同一个学校的名额。那如果你想要换的话呢，你就要重新的提出申请。好，如果你想要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的话，你就是等于你是放弃原本的名额了嘛，对不对？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重新提出申请。好，你就要补交文件给我们，补交你的志愿表还有你的成绩单给我们。那你就明年三月要重新提出申请，如果你想要换别的学校的话。如果说老师，那我要再延后到下一个学年度哦，你要这样跳着这样，不可以啊。如果你要延到明年后年去的话，很抱歉，请大家重新申请。好，请大家重新提出申请。我们名额有限，不可能一直帮你永远一直帮你延吧。好，而且你总要毕业吧，对不对？好，我们出国交换呢，都是一定要是在学学生的身份哦。而且不管你是延毕、延大五啦，或延大六啦，你出国交换的那一个学期呢，你一定要缴交民传全额的学杂费。啊，民传的全额学杂费就是你现在缴，比如4万5就4万5，5万5就是5万5，
你现在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是全额的学杂费，你不能只缴学分费。你说哦，老师我只延毕，我只延毕三学分，我说我只要，你说我只要交3000块就好，这样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延毕的学生出国交换一定都是全额的、啊、全额的学杂费。那你说老师，那这么疫情这么不稳定的话，我可不可以取消，或者是我就放弃吧，我就不出去了？可以，好，我们不会逼着大家出国，所以请你在学期末之前给我你的录取资格的放弃的声明书，好，然后我们就会帮你处理后续了。那这样情况下呢，你原本出国交换你可以减免的1750，就是1000块加750的话，你就要补回学校了。如果你已经缴费的话，那你1750没有缴费到嘛，你可能就要补缴学费。好，那如果你还没有缴钱，那当然没关系，我们会帮你把1750加回去。好，那你就要付钱之前先看清楚，说你的缴费单上面的金额有没有正确。好，请大家花个10秒钟来看一下你的缴费单上面的金额。好，如果很顺，出国了，出发了，搭飞机了，到当地去的时候呢，你落地的时候，请大家跟 Ivy 讲一下，说老师我到了，那就好了，让我放心你到了。我说老师我已经到检疫隔离的地方了，好，我就会放心了。那如果你还没加我 FB 好友的话，请加我一下 FB， 我不会骚扰你们、啊、我不会骚扰大家，就是只是方便你要留言给我的时候我就看得到。那你可以到对方的那个国际办公室，要去跟他礼貌 say 个 hello， 跟那个对方老师说，说我来了，请老师多多照顾啦、啊、那如果他们有一些 orientation 新生说明会，你就一定要去出席，选课该怎么选、啊、要听对方老师的说明，比如你可以加退选啦、啊、或者是一个礼拜之内要怎么选课，对方老师都会讲得很清楚。那如果你要开户的话，银行开户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要多久才可以开得到户头、啊、然后如果对方学校有一些国际周的活动，就是一些 international week， 一些跨文化的活动，请大家去参加，请大家拓展你的生活圈。所以如果当地老师有办这样子的国际周的活动，你就一定要去参加，你才可以认识当地的老师跟学生好朋友嘛，对不对？这国际生的活动呢，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很多国家很多姐妹校他会办，就是让你们可以彼此互相交流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要去参加的时候，请告诉 Ivy 说，哎，老师我想要去 promote 民传大学，我也想要让对方的老师跟学生知道我们民传大学的情况，因为交换学生它是一种互相的，你来我往这样子，你们去交换，那对方学校的学生也来我们这里交换、啊、这是互相 exchange 嘛，对不对？交换。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如果到当地的老师邀请你说，哎 Sophia 你要不要来帮我们讲一下民传大学，那 Sophia 可以吗？ Sophia 可以，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被点名到的话，请你大方说 yes 没问题啊。所以 Sophia 你可以告诉 Ivy 说，哎，老师 我想要做民传大学的简介，有没有什么文件可以 pass 给我的，你就跟我讲，我就会把一些 PPT 啦或一些简报啦，甚至一些小礼物我都可以寄给你，这样子你在里昂当地就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招生的宣传。 OK 吗 Sophia？ 好，没问题、啊、好，那我就给子安也在吗？子安Hello， 子安有在线上吗？在哦。好，子安你也一样哦，荷兰也是哈，他们如果有办这种活动，拜托帮我们宣传一下民传大学好吗？好。你可以跟那 Clary 一起手牵手，你们可以一起介绍一下台湾，然后我们的交换的机会啦，姐妹学校啦都可以，你们需要什么文件就告诉我，我就会帮你们寄过去， OK 吗？好， OK。好，其他国家也都会有，其他姐妹校不一样，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活动。那如果对方学校邀请你们去什么 party 啦，新生的什么 dinner party， 你们就去参加吧，大家就是这样才可以认识更多的同学。好，这个是国际事务处老师的联络窗口，我会很快速的晃过去，你回去自己慢慢抄慢慢写哈，记下来，记在你的手机里面，这样这是以防万一，如果你在机场，如果你到当地去机场，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情况，或遇到班机 delay 啦，转机没有接上了，或是遇到什么情况，你需要当地的协助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找 Ivy 了哈，可是 Ivy 在台湾哦，我可能没有办法立刻飞去韩国救你，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当地呢，你需要当地的老师帮你解救一下的时候，这些老师就是你要找的对象，因为这些老师是负责处理你的申请案件，他们一定会知道你是谁。也许还没看到你本人，可是呢他会知道你这个名字。好，所以你需要当地老师帮忙的时候就记得打电话。那这个名字后面呢我都有写上说
那个老师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的，自己参考。那如果你韩语很 OK， 韩语很流利，但你可以跟老师讲韩语，当然是没问题的。好，很快哦，这是韩国的部分，你们就回去自己慢慢抄。然后这是日本的部分，好，你就回去找到你的学校。那基本上大家的学校我都已经列在上面了，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学校跟我讲一下。好，好，这是荷兰的，然后这是法国的，你很快速啊，你眼睛要晃得比我快一点啊。法国的、德国的，应该 我应该都已经没有漏掉，应该都在上面了啊。这也是德国，然后这个是波兰还有瑞典都在上面了哈。这些老师就是你的联络窗口，然后这个是美国的部分啊。好，这页很就是我们的关于学分抵免的部分，我们接下来会讲比较多关于学分抵免的。那你们到了当地去之后，最重要就是要选课嘛，因为大家是出国读书的哈，我们真的不是去当背包客的，我们是出国读书，所以你选课很重要。所以你到了当地之后，你要两个礼拜之内，你必须要选好你的课。我讲了两个礼拜是民传的两个礼拜啦，那也许到姐妹校，姐妹校可能要求你一个礼拜或两天、三天，你就已经要选好你的课了。好，所以到当地姐妹校，他怎么要求你就按照当地的时间走。只是对民传来说，如果你要抵免你的学分的话，我们会需要你在国外学校开学之后的两个礼拜内，你必须要把你的学分抵免的申请表 B 表，你必须要传回来给你的系办，给你的系秘书。好，这样这边台湾这边才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抵免的预先抵免的动作。好，这个很重要，这是关于需要抵免的学生。这我之后还会告诉大家怎么填写那个表格。那这是学分抵免，如果你是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你在国外交换的时候，你一样要修至少要12个学分，好，12个学分，那就是欧洲的24个 ECTS。 好，欧制的学分就是乘以2的意思就对了。那如果你是大四的学生，修课至少要9学分嘛，那欧制就是18个 ECTS。那如果你是去韩国、日本啦、啊，或者是美国的话，它学分制跟台湾是一样的，十二个学分就十二个学分，九就是九，啊，只有欧洲它的学分制是台湾的两倍，好，学分数了，它是换算有点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要记得你大概要修多少学分，自己要算好哈，因为你毕竟你也缴了民传的学杂费嘛，对不对？已经缴学费啦，你就不要让自己说就是只修一两门课，因为太。能够多修课，让自己多充实一下自己的兴趣或者也好，或者是你的专业知识也好，都是好事。那你在填写的时候呢，一定表格上会要求你说你要填写上课的周数，国外学校上课的周数，你要算好。那只要开学第一天，就是那一天开始算起，一直到你考完试，考完期末考的那一天就结束了。你就以民传为例嘛，像民传我们一个学期是18周。那我们民传的18周呢，是有包含我们的期中考、期末考，也有包含可能中间我们有春假啦，或者是有放什么端午节啦，或者是有放什么国庆日三连休，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算18周。那国外学校也是，比如荷兰、比如欧洲，他们可能会放一下春假，他可能会放 Easter break， 在四月份会放个 Easter break， 小小的一个礼拜的假。那个假当然也要算在周数里面，因为那个都是学期中哦，啊，所以周数你要自己仔细算。然后你看那个学习第一天开始上课，一直到你考试最后一天结束的那个时间点，就是他的学期的周数了。他上课总共有几周，就是这样写的 ，OK 吗？啊，那如果你去韩国，韩国的比较固定，韩国就是16周，韩国就是16周，韩国的同学就不用想了哈，韩国就是16周。好，那其他以外的国家，它的周数计算方式有点不同，因为有一些欧洲有一些课，它是有一些是密集上，有些是分段上，所以它的周数的算法会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尤其是去荷兰的话，它的课的算法会比较特别一点点，你要看清楚你上的那个课呢，它是怎么样上的，它是密集上呢，还是分段上呢？它只要把你整个总 total 的周数，你都要把它算好。然后填进去你的表格里面 ，OK 吗？那如果它是有假期在里面的也没关系，因为它都是学期里面嘛，哈，都是算在学期的周数里面。好，那如果它那个姐妹校它有一些最低门槛的规定，它可能要求你说，国外学生他必须要修10个学分，
他就说啊，老师，我大四了，我九学分就好了啊。可是那个学校偏偏要求我一定要十个学分的，请大家一定要依照对方学校的规定，因为你到对方学校是拿学生签证，那他学生签证就会有一定的学分数的要求规定。如果他说学生签证一定要修十个学分，或者是一定要修十二个学分的话，你才可以维持你学生签证的身份。那请你一定要遵照国外学校的规定。OK 啊，这很重要哦，哈，你一定要听国外学校老师的话，他告诉你说，最起码有这样子的最低门槛的学分规定，你就一定要修满哦，哦，你不要漏修了，要不然到时候你的签证出现问题就有点麻烦了。OK， 好。这也是学分抵免，因为我们民传好像有一个初选嘛，有一个云端代理选课登记，因为会有学生问说，老师，我这个也要登记吗？你还是去云端一下好了，啊，民传的云端，反正你就去云端没有关系，登记一下嘛，啊，因为等到你顺利出国之后，我们春天开学的时候，学校就会帮你把你的课都删掉，好，所以你就不会有旷课的记录。所以如果现在可能就开始初选下个学期的课了嘛，哈，所以初选下个学期的课云端代理登记你就去登记，反正没关系嘛，等到下个学期你顺利出国交换了，你顺利出去的时候，教务处就会把你在民传的课全部都删掉了，啊，你就不会有那个旷课的记录了。好，那还有同学会说，哎，老师，如果我是应届毕业生，或者是你说啊，老师，我的学分都修满了，我不需要抵免学分，那你的 B 表还要回来吗？还是要回来啊？因为对教务处来说，你出国就是去读书的啊，他不管你要不要抵免学分，你出国你 A 表 B 表一定要给学校，一定要回来。那你的 C 表呢，是针对如果你要抵免学分的学生，你的 C 表就交回来，你 C 表回来就可以完成抵免的程序了。好，再讲一遍哦，出国交换的学生 A 表 B 表就一定要交给学校，那 C 表就不太一定了哈。C 表你可以自己决定说你要不要抵免学分。如果你要抵免学分的话，你的 C 表一样是要送回来的，你才可以抵免学分。好，那针对应届毕业的同学，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符合所有的毕业门槛的。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你可以问一下教务处负责的老师，好，关于毕业生就是离校的一些门槛的一些怎么申请，还有怎么关卡啦，毕业证书该怎么弄啦，你可以问一下教务处的老师。那如果你毕业就是毕业典礼可能还是国外来不及回来，就没关系嘛哈。毕业典礼其实你不参加也没关系啦，你可以跟班上同学讲一下，或者是等你回来你再来领你的毕业证书都可以啊，或者是请你的亲友帮你代理你的毕业证书都可以哈。我这边右上角黄色的地方都写给大家了，就自己看。好，这是英文版的。好，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怎么填 A 表了哈。这个 A 表呢，是你出门前就要给我，而且你要把 Word 档寄给我，这样 Ivy 如果看到你需要修改的地方，我才可以帮你动手改一改哈。那 A 表呢，你出国的修课的期间呢，就是110的第二学期啊，110的第二学期，学号呢就填你的学号。那它右边有一个适用的架构，是哪一年的适用架构，就看你的学号前面的两位数。那如果你的学号是0757111好了，那你就是07年，就是107年的时候入学的，中华民国107年的时候入学的，那你适用的架构就是107年的架构，所以适用架构就是看你的学号。如果你的学号是06，那你就是106年，08就是108年，这些大家都晓得。那修课学校的名称就是填进去国外学校的名称，国外学校的中文英文名称都可以，或者是课程名称就是填入国外学校的中文或英文的课程名称。然后呢，它右边会希望大家填一下授课的周数，就是国外学校它总共授课几周，然后每一周是上课几个小时，如果你是去美国的话，美国的上课方式就跟台湾很像，三学分大概就是三小时的课。好，那这个三小时是包含中间休息时间了哈。虽然民传是讲三小时，可是中间其实我们只有50分钟了哈。我们是上50分钟，然后休息10分钟，然后50分钟休息10分钟嘛哈。可其实对外都号称2个小时或3个小时嘛哈。所以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啦，你就是上课一节课其实就是一个学分嘛哈，1个小时就是一学分，所以你就可以去填说，假设它是三学分的课，它就是每个礼拜上3个小时。那韩国也是差不多的。
韩国如果是两学分的课，他就是每个礼拜上两个小时，也许多一点少一点，可是差不多就是两个小时啦。好，所以看你是去哪个国家，算法呢你可以自己去认真算一下。你可以写比如它是 3.5 小时或是 2.5 小时，可是真的不要写说 2.75 小时，谁知道什么是 2.75 小时啊，大家你就写一个整数就好了，好不好？ 2.75 小时其实就是3小时嘛，对不对？因为它中间你就不要说啊，你还把休息下课时间都把它扣掉，请大家你就是给一个整数就好了啊。如果是 2.75 就不要写 2.75， 忘记 2.75 这件事，你就写3小时好吗？啊，就是一个整数这样子。好，然后学习数呢就是 go spring 下学期，因为你们都是春天出国的。那学分数呢就是写国外学校的学分数，那门课比如是3学分还是2学分啊，就自己把它写进去。这个是 A 表，所以 A 表呢请你用电子档打完之后，不要给我用手写哦，大家请用电子档打完之后，请你把那个 Word 档直接用 email 发来给我，那我 看完之后，如果我觉得有问题 我才可以帮你修吧，对不对？我才可以电子档帮你改一改好，再寄回去给你看一下啊。这是 A 表，你出门前就是学期末之前出门前就要 email 给我了。这个是 B 表，这个 B 表呢是等你到了当地，到了国外的姐妹校了，你要选课的时候了，你就要填写 B 表。所以就是国外姐妹校开始选课了，那刚开学那一个礼拜或刚开学那两个礼拜之内，一旦你课程选好了，你 B 表就要填好。然后你的 B 表呢填完之后，你要把 B 表的 email 的 Word 档呢，还有上课的课纲，但是国外学校的课纲，你要把它寄回来给你的系秘书啊，因为学分抵免呢其实是系秘书在帮你做的，不是 IB 帮你做的哈。我们的权责没有那么大，学分抵免一定是系办专业的判断说这个科目可不可以抵免学分，所以这个 B 表的上半部填的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你下面呢你就要填民传的课程，你要抵免民传哪一门课啊，它是你的必修还是选修，那它的科目代号是什么，你要自己填进去。然后呢你要拿国外姐妹校的哪一门课来抵免，你也要自己填进去，请填英文或者是中文的课名了，填英文我们才看得懂嘛。如果你填一个韩语谁看得懂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填国外姐妹校的课程名称的时候，请你填我们看得懂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课程名称填进去。然后呢右半边你就要填你要抵免的学分数了嘛，哈，你上面要填的是民传的学分数，比如是3学分，然后国外姐妹校是几学分的学分数啊。你会看到说因为这个学姐她的样本是她是去波兰欧洲嘛，对不对？所以她学分数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她就要拿两门课来抵一门民传的课。好，所以如果是去欧洲，如果你学分数不够抵的话，你就要拿两门欧洲的课来抵掉一门民传的课，你这样学分数才够，好吗？欧洲的学生要特别留意哦。那如果你是去美国或者是日本韩国，它学分数跟台湾比较类似嘛，你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填完之后呢，就算你不抵免学分，你还是要填这个 B 表啊，应届毕业生，如果你不要抵免学分，你还是要填 B 表，你就一样填完了，只是说就是不需要抵免而已嘛，哈，你就一样要填，然后让你的系秘知道说，老师我还是填了 B 表了，然后告诉系秘说，老师我填了 B 表，可是我不用抵免，因为系秘还是要留一个 B 表的记录，他要知道说你到当地到底修了哪些课，然后教务处也要知道说你有没有修满12学分呢？你是大三的学生，你有没有修满12学分呢？好，所以学分数要修满12学分以上哦。如果你是大一到大三，大四就是9学分以上，因为学校是希望说你是出国读书的啊，所以学分数一定要修够。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呢 ？B 表没有，没有，没有了。好，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喽。好，啊，对，我回到刚刚 B 表还没讲完了。如果你是需要抵免学分，如果你说老师哦，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抵免学分的同学，如果你要抵免学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出门之前，你要出国去交换之前呢，请你先到你的办公系办，请你先到系办去跟你的秘书聊一聊天，因为你要抵免学分嘛，那你要问先问一下系秘的意见，说老师我想要抵免，我想要到国外姐妹校去修什么什么课，
然后想要抵免我们系上的什么什么课。啊，因为有一些细节你用讲话的，像我们这样当面讲话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好，要不然你跟系秘书打笔战蛮累的，对不对？比方说那系秘书也不知道你要修什么课，他也不知道你要出国交换了，那你就咚咚咚咚咚跑到国外去了，结果你要抵免学分，然后系秘书问你，你这边来来回回 email 像当笔友一样写了好几次，解释不清楚，很累的。好，所以请大家你出门前，现在都实体上课了，你就自己走一趟系办，告诉秘书说，哎，老师，我预计想要修什么课，我想要把我什么课抵免什么课，老师你的意见怎么样？好，那当你问之前，你自己要心里有个底嘛，你要抵免一定是拿一些比较类似的课程才可以抵免嘛，对不对？如果你要抵免苹果的话，你不可能拿芭乐来抵免苹果啊，对不对？芭乐会不开心，苹果更不开心，你一定是要拿类似苹果的种类的课来抵免嘛，比如你要抵免是富士苹果，你就拿一个青森苹果，哎，也许都是类似，都是苹果嘛，也许抵免比较好抵免。你真的不要拿不同种类的课来抵免，你的秘书当然不会同意啊。好，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要抵免，你自己可以先判断一下嘛，对不对？最基本的，你从课程的名称、课纲，你可以自己先判断这门课可不可以抵免。好，你不要硬着头皮去找秘书，结果秘书反问你，同学你觉得怎么可以吗？啊，明明两门课就不一样啊。啊，抵免的条件一定是类似的课，课程的名称是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课程名称，你才可以抵免。那如果你说，哎，老师他其实上课的内容是很像的，好，课架，如果你可以先取得国外学校的课架，你可以把那个课纲那个 syllabus 直接找系秘，就课纲秀给系秘老师看，哎，老师这是他上课大概的内容，哎，老师一看就说，哎，可以啊，其实就算他名字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名称不太一样，可是内容是很相似的，那或许还是可以抵免的。好不好？这些东西可能你出门前一定要找系秘好好当面聊一聊哦，啊，不要到时候你都人到国外去，还在那边打笔战，真的是很累。好，这是 C 表，这是针对如果你是想要抵免的学生，如果你要抵免的话，你就一定要把你的 C 表填好，签名了，然后带回来台湾。好，那你的 C 表填写方式，你填的课呢，其实就跟 B 表一样，就是你在国外学校你修了哪一些课。你要把它填进去，就是填国外学校的课程名称，它的上课周数啦，每一个礼拜上几个小时啦，这些都填过了嘛，好，然后它有几个学分数，你就要填在这个地方，然后填完之后呢，你要把它印出来，然后请国外姐妹校的老师帮你签名。为什么要请国外姐妹校签名呢？因为你要请国外姐妹校来帮你 confirm 一下你填的资料都是正确的。好，所以国外姐妹校的老师，他可以是你的系所办公室的老师，或者是国际办公室的老师。好，就是要两个签名就对了，两个要两个签名哦，表格上面左边右边都要签名哦。如果你说，哎，老师，我到国外去姐妹校，他说他没有系所的，哎，没有关系，没有系所的话，你可以请国际办公室的老师帮你签名就好了。好，所以国际办公室老师你一定知道是谁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系所也没有关系。如果国际办公室老师，你就请他左边两边，左边右边，请他帮你签名，啊，他签一样的名字也可以，他签不一样的名字也可以，啊，可能也许他有不一样的老师，一个是负责课务，一个是负责教务，都有可能嘛，哈，你就请国外姐妹校的老师，国际办公室老师帮你签名，好，然后签完名之后，最下面有个 student signature， 你自己学生自己本人也要签名，啊，所以这个 C 表呢，签完名之后，上面的资料都填对了，你才可以把它带回来第一面。好，然后呢，如果你要先回来，如果成绩单还没有好的话，你可以自己把 C 表带回来，或者是你可以请姐妹校的老师帮你，啊，帮你把这个 C 表呢连同你的成绩单一起寄回来，寄纸本的来给 Ivy， 因为成绩单教务处要求一定要是纸本的，啊，纸本的成绩单，那对方姐妹校呢他一定会寄来给我嘛，你可以请对方老师一起帮你把 C 表寄回来给 Ivy也可以，或者是你 C 表要自己带回来都可以，只是成绩单你不能自己带回来，你成绩单你也不可以自己带回来哈，所以成绩单一定是姐妹校老师邮寄回来给我的，那我收到一定会告诉你，啊，我收到一定会告诉你。好，这个是英文的，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然后这个是针对如果你想要在国外待一年的，你说老师我想要续留，我想要多留第二个学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学分抵免只要做一次就好了，你只要做一次学分抵免，你可以把你上个学期跟下个学期想要抵免的学分就填在同一份的表单上，好，你可以填在同一份完整的 B 表还有一份完整的 C 表，好，这是针对两个学期的学生，填完之后呢你就把你要抵免的东西全部都填在一起， B 表跟 C 表都一样，然后 C 表到最后印出来请对方老师签名，好，所以你要记得你要离开对方学校之前，你要去当背包客之前，记得你的 C 表一定要让老师签名。好好，如果你是不需要抵免学分，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你说哎，老师我学分不需要抵免的话，那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动作，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一个国外修读科目不抵免的学分申请单，这是一个电子表单，所以你要进入自己的学生的事务系统，然后你选择电子表单系统，然后你就选有一个国外修读科目不抵免学分申请表，好，你就点这个地方，点进去之后呢你必须要自己上传国外姐妹校的成绩单，好，这个成绩单呢到时候你会有一份啊，你会有一份电子单，因为只要我收到之后我就会跟你讲，你就会有那份成绩单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是等到 结束交换之后，姐妹校的成绩单收到之后扫描了，你才可以自己上传到这个申请单这个电子表单，好，来做这个申请的动作，所以你一旦进来这个电子表单呢，他会告诉你要填进去你为什么不抵免学分，你可以填啊，看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说哦，你的学分都已经修毕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抵免学分了，好，你就填一下自己的理由，然后你要按上传你那个姐妹校的交换的成绩单，然后填一下你的电话你的 email， 然后就按送出，好，你按了送出，学校教务处老师就会审核了，好，所以如果你是不需要抵免学分的同学，请记得这件事你要自己做哦，好，你要自己上来做这个动作，好，那如果你结束交换了之后，对不对，时光匆匆，然后你 C 表也都签完名了，那你要离开对方学校之前啊，请大家一定要先到对方的办公室去告诉对方老师说，哎，老师谢谢你的照顾，我要结束了，我要回台湾了，或者是我要去当背包客了之类的哈，你要跟对方的国际办公室老师跟他们说一声 打声招呼啦哈，然后呢如果你需要他帮你签 C 表嘛，对不对，你就顺便把你的 C 表印出来请他帮你签名，然后你也可以顺便很有礼貌的提醒对方的老师说，成绩单你的交换的成绩单请他可以直接寄正本纸本的哈 paper 的成绩单寄来给 Ivy， 他们一定知道 Ivy 是谁啊，所以他们会把成绩单寄来给我，然后呢如果你是去美国的话特别留意哦，如果你是去美国交换的同学哦，因为美国有个资法，美国个资法呢是严格要求说学生你自己要做这个申请成绩单邮寄的动作，好，去美国交换的同学你自己要上网去做申请，说你要把你的成绩单邮寄来台湾民传大学，好吗，甚至去美国交换同学要自己记得哦哈，如果你忘了做这件事， Ivy 就收不到你的成绩单了，好，那你成绩单给我之后我一定会告诉你说我收到了，好，那去欧洲的学生，因为有时候欧洲他学期比较晚结束嘛，哈，那他成绩单也会比较晚发。我们甚至有荷兰的学校到九月、十月，就等到秋天都开学了，他的成绩单才来。所以有时候欧洲学校他的成绩单给的比较晚。那如果你是急着要领毕业证书，或者是你要找工作的话，你可以先到那个教务处去申请一个应届毕业的证明的文件。好，先去申请这个证明文，证明你是应届毕业，你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什么时数啦、什么实力啊，你都已经完成了。好，你只差那个成绩单回来嘛，哈。那一旦成绩单回来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告诉你，放心，我一定会跟你讲的。那你自己的 C 表，如果你要抵免的话，你自己的 C 表，还有你上课的纲要、课纲，就是国外学校的课纲，请你自己准备好，啊，自己带好，回来你可以交给你自己的信义。那成绩单只要我收到的话，艾比收到你会告诉你，啊，看是说你要自己来拿成绩单呢，还是我可以帮你把成绩单交给你的信念啊，都可以，啊，这个是明年以后的事了，
只是我要先告诉大家，你要知道你该做什么啊，心里一定要有个底哈。那你回来之后呢，当然如果你要继续读书，你就继续把你的课业完成，要不然毕业就是办理毕业。然后明传这边我会需要你们写一个新的报告啊，我们会有一个格式，我会 email 发给你们，就是用你们写一个你的心路历程啦，你为什么申请交换啦，你要怎么建议下一届出国交换的学弟妹啦。那如果明年我们有一些分享会，好，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比较没有做实体的部分。那如果明年疫情比较趋缓了，我们会邀请，就是如果你回来之后，我们会邀请学长姐来做一些分享会的分享。好，我们也会邀请你来做一些分享。好，那如果是韩语的成绩单，我这边右下角紫色的字这边有写嘛哈。如果你是有自己去自费去修那个韩国语学堂，因为它的韩语我们之前有讲过，它是语言课，它不是正规的课程，所以韩语中心发的成绩单它是不能够抵免学分的，啊，它是不会被抵免的，因为它是韩语中心，它语言课它不是正规的课，啊，除非你上的课是正式的学分课，就像我们国际学院它有开一些基础华语、中级华语。那如果到韩国去，如果它是正规的学制下，它有开一个日语选修课，就是它是有学分数的，三学分、两学分这种正式学分的，它是放在它正式的成绩单上面的这种的学分数的话，这样就可以抵免了。好，所以要分清楚哦，正式成绩单上的学分才可以抵免。那如果是语学堂，就是你自己自费的去上的那种 language center 语学堂的成绩单是不能够抵免的，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好，这是学长姐啦，因为去年的疫情的关系，我们出国的人数比较少。那如果你想要问说 long long time ago 或者是几年前或疫情发生之前有没有学长姐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跟我讲，你可以私讯问我一下，好，我会跟大家说有没有比较方便好你联系，因为有些学长姐可能毕业了，我就没有再去打扰他了。好，那我们如果有一些学长姐还是在学，还在学校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安排认识一下啊。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大家可以先做功课，好不好？好，有一些行前准备，你该准备哪一些，打包哪些行李？网络上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嘛，哈。比较小问题了哈，避免重复一些小问题了哈。好，那你要写信问学长姐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哦，写信的一些礼节啦、电话啦，或者一些发讯息啊，毕竟人家是你的长辈嘛，对，学长姐也是你的长辈嘛，哈，所以稍微注意一下你个人的礼貌。好，这是一个样本啊，讲到礼貌性，我知道大家不会这样写，我也没有看过我们的学生这样写，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你们在写信的时候，写 email， 尤其写 email 的时候，你不是在发简讯哦，啊，你写 email 要给，不管是给谁，给老师，一定是给你的长辈嘛，哈，写 email 的时候是规规矩矩是写信的，所以你该有的礼貌是一定要有的，你不是发简讯给你的好朋友啊，所以你在发 email 的时候，请你光从你的主旨，你就要开始留意你主旨要怎么下，你不要一封 email 去了，主旨是空白的。那收到信的内容，这是哪来的信啊？你的 email 一定会有一个主旨，你的主旨是像这样子 ，Hello, read it， 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可是你看，不可思议吧？我们真的收到这样子的 email， 四个惊叹号！哎呦，看到真的是差一点，真的要晕倒了。我们明传的学生千万不要这样写信哦，哈、哦，我们要写信给老师、教授也好，国际办公室的市长也好，请你规规矩矩的。写好你的英文书信的礼貌 ，Dear Sir， 或者是 Dear Madam， 如果她是女，或 Dear Teacher，Dear Professor 都可以 ，Dear Doctor 都可以，看对方是谁。然后呢，你的 email 一定要先介绍一下你是谁嘛？你说老师，他一定知道我是谁啊？哎呦，他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啊？对不对？你要介绍一下你是谁吧？来自于哪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最后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谢谢对方一下。然后结尾最好还是加一下你的英文全名，还有你的校名嘛，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清清楚楚这是谁的问题，他问题是什么，然后看了会很舒服，啊，所以看你信的人，你不要想说哦，啊，是你的好朋友，不是哦，一定是年纪比你大的人嘛，哈，你才会规规矩矩的写一封信啊，
一封 email， 所以从你的主旨一直到你的结尾，请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你要怎么书写才是正确的。好，所以右边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绿勾认证，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开头去问他，对不对 ？Dear sir, dear madam, 或是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如果你不确定对方是谁的话，最后你要给人家结尾道谢一下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都可以嘛，哈。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右上角啊，如果你是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的话，比如你可以 Dear Ivy 或 Dear Sandrine， 如果你跟他熟的话，或是 Dear Mrs. Gallia 都可以，或 Dear Dr. Gallia 都可以。好，如果人家有称谓的话，好，所以请大家真的。红色叉叉的请不要再犯了，我希望大家也不会犯。好，写 email 的时候不要用惊叹号太多，也不要给我用惊叹号问号一起。好，这是 你是要给老师看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好，当然不是这样子，要不然教授一看可能立刻把你的信直接丢垃圾桶了。好，有些教授一看非常不愉悦，他就立刻信删掉了，你就永远不会接到信的回复了。好，特别留意哦，好，再来，这是 COVID-19 的，自己留意一下。口罩，如果你可以带个20片、30片口罩，可以带着啊，因为到当地去好不好买，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哈。啊，可以带好口罩，就自己多带几份吧，哈，带在身上。好啊，自己留意一下，我们这个有外馆驻外馆外交部的网站，你可以去下载一下我们驻外馆的联络方式。你到当地去，如果假设啦，你需要跟驻外馆联系，或假设你护照不见啊，有哦，有同学护照不见哦，他到国外去，他临时去发一个护照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的外馆，台湾驻外的馆处去申请临时的护照，你才可以回来台湾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跟家人的部分，请你保持好跟家人的联系。好，爸爸妈妈赚钱也很辛苦，那么也很舍不得你，对不对？你出国去。一个学期他也很想要知道你在那边生活好不好嘛，所以请你跟家人保持联系，好朋友保持联系，因为你在台湾在班上如果有一个好马吉好同学，他可以帮你随时留意学校这边有没有一些讯息要通知你的啊，比如要不要问你要不要回来参加毕业典礼啦之类的啊，所以有很多校内的一些讯息你的好朋友可以告诉你，可以通知你，所以真的出国不要就这样断讯了啊，不是哦，跟台湾学校这边还是要保持联系啊，那钱呢真的自己要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的钱，还有个人生活的健康状况，你要留意一下，尤其是最近这个疫情期间个人健康要留意一下。这是针对那个教育部学海跟教育部习助的奖学金，那我都已经发信给受奖的学生了，你们该给我的文件就交给我，请大家在11月30号礼拜二之前给我，就是需要你们的契约书和你的领据。那你们在出国留学的期间呢，是不可以休学的哈，你必须要维持民传的在学学生的身份，然后呢，你一定要待满一个学期，一定要待满一个学期哈。你是拿教育部学海飞扬或学海习助，那教育部因为它会中间会有一些生活费的补助嘛，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在国外生活要超过4个月以上，4个月就是120天嘛哈，4个月以上一定是。OK 的吧，你光出国读书你还要前后对不对适应一下，一定会超过4个月，所以请大家订班机的时候 make sure 你在国外是超过4个月生活以上的时间，因为你是要待满一个学期的，然后呢你在国外一定要修读最少要6个学分以上的学分数，其实就是欧制的12个 ECTS， 这不过分吧，因为每个人就算你是大四你最起码一定要修9学分嘛，就是18个 ECTS， 所以这是很 OK 的哦，这要求是不过分的。然后当你国外结束交换之后，你要回来台湾嘛，你要把你的民传的学位要取得民传的学位，你不可以放弃民传的学位哦，你也不可以半休学，因为教育部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说你们到国外的经验，然后你把它带回来，然后顺利完成台湾的学业，从台湾的大学毕业这样子，这是教育部学海飞扬的宗旨。然后呢，如果你在国外的这期间，如果假设你是因为家里有事，假设你有一些原因必须回来台湾一趟的话，你中间回来台湾往返航程的时间呢，不可以超过30天，不可以超过30天，包含班机的日期哦，所以如果你要回来过年的啦，回来要参加
哥哥姐姐结婚典礼的啦，请算好你不可以超过三十天，因为教育部的补助是有含你的生活费，生活费是要给你在国外生活的，不是让你回来台湾过年的生活的哦，所以请记得要不要超过三十天啊，当然你就留在国外四个月结束之后再回来就好了嘛，就中间不一定要回来了。好，然后你回来之后呢，两个月以内，两个礼拜以内，两周内呢，我们会要求你要写心得，好，这是教育部规定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心得，国外研修期间的心得，你要上传，好，这是针对教育部学海飞扬、学海习珠的学生。好，然后这个是针对高教生跟有一个精英海外留学奖励金，这是针对如果你没有学海的补助金，假设你说，哎，老师，我没有学海飞扬，我也没有学海习珠，那我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奖学金可以申请？好，我们有这个高教生根的精英海外留学的奖励金哈，这是针对说，你是没有学海的学生啊，你是只要是名传的学生，那个澳门、港澳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外国学生都可以申请啊，只要名传的学生就可以申请。然后呢，我们会希望你要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你要给我书面的资料。书面资料就是你要签名，有一个领据、啊、然后呢，你要那么有一个申请表格，请自己点哈、啊，国教处网站下载哈、啊，这个请自己上去点哦，哈、啊，点进去，他就会告诉你要准备什么文件，然后收据你要签名，然后收据的背面呢，你自己要贴好你名传的学生证的正反面影本，还有你台湾的身份证的正反面影本。那如果你是港澳学生的话，就是贴你的，就是贴你的护照。啊、港澳生、外籍生就贴你的护照，那请你在1月14号之前交来办公室、啊、然后呢你可以拿多少钱呢？如果你是去亚洲，就是韩国、日本的话，一个人是10,000块，那如果是去欧美、欧洲、美国的话，一个人就是20,000块为原则、啊、当然不多啦，可是不如少补嘛、啊、然后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大家的成绩，你出国前一个学期的成绩，因为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出国，对不对？110第二学期出国，所以出国前一个学期就是现在这个110这个上学期，你的学业成绩要70分以上，那你的超信要84分以上，所以大家期中期末要好维持住70分 OK 的、哦、70分不会太难哦。可重点是你的超信，如果有缺课的赶快会补课就是没有旷课、哦、你要把你的超信维持在84分以上，你才可以申请这个出国奖励金20,000块或者是10,000块。好，第一阶段书面资料，那第二阶段呢，就是你要上网自己去申请。好，这时间点是明年的3月1号到3月15号，就跟我们要申请续留是一样的时间点。好，明年的3月1号到3月15号第二阶段的网络线上申请，请你自己上网去申请，我不会再提醒你了，大家记得自己这件事情自己要记得。好，那这个系统的截图给大家参考就在这边，那个档案那个申请表上面也都会告诉大家这个系统的连接，你就点进去 一层一层点进去，然后去申请海外异地教学与精英海外留学计划奖励金、啊、就自己点进去申请就对了。那它的费用呢，大概是6月底会汇到 你的户头，你的学生本人的账户。好，所以你要到你的学生事务系统，你要去填一下你个人的账户，因为我们的钱20,000块或10,000块会直接汇进去你的户头、欸、好，这个是提醒大家说你要做哪些事。好，那异男的话就是要提醒你自己，你出门前，现在当然还没那么快了哈，你出门前你要留意县市政府的兵役处有没有给你公函了，好，发函给你了，然后呢你要去列印你的核准单，你才可以出国。好，这是针对异男。那如果呢，你要放弃，你说老师我不想要出国交换了，或者说我想要延后，那你就是1月14号之前要给我。好，或者是你说老师哦，我要申请奖励金，我要申请就是高校生根的出国2万块10,000块的奖励金，1月14号以前给我。那如果你是学海的话，学海当然就是更早嘛，学海表是11月30号就要给我了、哦、那 A 表学分规划表出门前的这个 A 表，你一样是1月14号之前要 email 给我， email word 给我，然后呢你就要记得你要去办签证啦，办你的护照啊，买保险啦，然后呢你有没有检疫规定啊，看一下对方学校的一些网站啊，班机行程怎么样啦，自己留意一下网站，还有订班机的或旅行社的一些资讯。然后呢请你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有一个出国登录的这个网页，有一个个人动态登录，台湾人哈，这是现台湾人个人动态登录，你自己去登录你出国时间的资料。好，因为这个是针对如果有一些紧急事情的时候，我们台湾在驻外的馆，外交部驻外馆才可以联络到你。好，因为像之前去年刚好是有学长说刚好他在波兰，因为去年疫情比较严重嘛，那波兰好像在讨论要不要撤侨专机，撤侨专机，所以这时候他们在波兰的台湾人都会收到我们台湾在波兰华沙的外馆的联系，他们就调查整个当地的台湾人说你们要不要撤侨回来，这是学长讲的啦，所以请大家去登录一下个人动态登录，这样子有什么事情外馆需要联络到你就可以找到你了。好，还有最下面有一个星星，大的星星，请你出门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嘛，对不对？出门前，你确定要出门交换了，请你要给我 COVID-19 家长同意书。这是一个专门针对现在春天要出国的学生，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所以呢，教育部要求说，学生出国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同意书，证明家长同意让你出门的。好，因为我知道家长这一关有时候比较难过嘛，家长有时候比较希望说大家乖乖的在台湾不要乱跑，所以如果家长同意让你出国了，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话，一定要请你爸爸或妈妈监护人要签这个家长同意书，你必须要交来国交处，因为我们要上公文的，同意之后你才可以出门的。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已经100%确定说老师没问题，我家长搞定，爸爸妈妈放心没问题，那你就可以现在就把你的 COVID-19 的家长同意书交过来给我。好，然后呢你要记得出门前要缴交你的民传的学杂费，学杂费也是要付的。好，这是倒数第二页了，我今天真的讲好久，倒数第二页文化冲击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一开始有讲说大家英文能力要好好提升，或者是你的日语韩语能力第二外语的能力一定要好好提升，因为你到当地去真的有很多的文化冲击，真的是要好好克服的，你会发觉当地很多生活习惯啊，天气啦，饮食啊，跟你想象的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你可能到最后你会觉得哦压力有点大，那如果你在文化方面适应已经有压力了，那你语言如果又更有压力，上课听不懂那怎么办呢？那你的生活就不是很开心了，那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你都已经这么远出一趟了，对不对？能够好好享受当地的人生，这样比较好嘛，所以一定要调适好你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态，你一定要调适好，你也许不是一辈子都住那里嘛，对不对？你可能把自己 open mind 一点，你想说我在这边很短暂，可能一个学期3个月4个月5个月我就要回来台湾了，你要把握难得的机会，每个国家的民情跟你一定不一样，跟台湾一定不一样，好看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件事。好，当然你自己要好好保护你自己，虽然你说老师我 OK 我都已经20几岁的人了，还是会有一些情况会发生啊。我们真的有学长走在路上，他听的 iPod 就音乐很好听很享受，走进去他的宿舍，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没有人尾随他，真的事实，他的 iPod 被抢了，他听耳机嘛， 没听到后面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有人后面跟他回来，结果他真的被抢了，怎么办呢？去邮局啊，去警察局啊，找不回来了。好险他人没怎么样，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说被人家毒打一顿，没有，他人是安全的，他就是他的个人的财物被抢走了，可是这还是很危险的。那女生怎么办呢？真的有女生走在德国的路上，德国所以老师德国不是很安全的啊？也许 OK 啦，看你走在哪里嘛，德国他说老师白天很正常在学校附近还一个人走，还真的后面录到，他就说真的有人在尾随他，那他自己很紧张，他有警觉，他知道后面有人在尾随他，他怎么办？他很警觉性，他立刻走在路上，他跑去找一位当地的一个好像一个老奶奶吧，一个德国老奶奶，因为老奶奶看到他神色不对，他可能很紧张吧，那老奶奶当然英文讲一点点，他就告诉他，告诉学姐说你不用担心，你跟着我走，因为他看到后面有人在尾随他嘛，就是当然是陌生男子啦在尾随他，他说你也跟着我走，我没关系，我保护你之类，因为他讲德文嘛，那学姐听不懂，结果那学姐真的就跟着老奶奶走了一段路，那老奶奶也 make sure 后面那个人可能就默默就离开，想说旁边有人了，他就离开了。所以就算你是一个女孩子，白天在学校附近请大家真的不要说各自的听自己的音乐，跟你的同学聊天，真的没有注意后面的情况或生活周遭的情况。
哦，你也不能够太放心，好不好？你出门一个人就是要顾好你自己的生命安全。哦，这样讲有点严肃，可是这是真的。哦，真的自己很多故事都会发生。那我希望发生在大家身上是好的，好，是你有学习成长的，你是正面思考的，心态是健康的，哦，是好好把握这未来这一个学期的。哦，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因为呢，接下来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页了，这真的是最后一页了。这个是学姐的故事。那学姐她一开始压力有点大，虽然她肯定是国际学院的，她是 IC 的学姐，英文不是问题啦，英文还好，她语言没有太大问题。可是她说她不讲德文啊，所以她到当地去，她还是遇到一些沟通上面的压力。她觉得一开始她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后来呢，她试着让自己的心态稍微放轻松了一点。回想起来，其实这些日常生活的故事，其实都是发生过的故事，好事啦，看你自己怎么样去想。因为他说，反正生活就是旅行嘛，如果你没有意外，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哎，也没什么意义了嘛，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想它啦，哈、哦，好吧，哎，我讲太多了，我已经讲完了，真的，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我喉咙好干哦，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把麦克风。打开来麦克风，如果你要看你的相机也可以，大家打开相机。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哦，大家这么乖巧，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没有，我要结束了，因为我们讲两个半小时哦，我们已经超过以前的记录了。去年上次我们讲两个小时，这次我们讲两个半小时哦。那我要关了，如果真的没有问题，我要关起来了。我会把今天的影片我们录啊，谁？诗婷吗？好，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我们等一下等那个 Google Meet 他把影片存好之后呢？我会告诉大家连结，请你自己再上去重看，好不好？好，我看到丽萍有举手了，对不对？丽萍，对，老师那个，嗯，我要问一下，我没有收到那个学海的同意书，那个我还要再重签一次吗？哦，你还要重签一次啊？你当然要重签一次啊。好 ，OK， 嗯，那丽萍，你可以发个 email 给我，好不好？你发给你说，老师，我没有收到学海的，这样子。哦，好好 ，OK， 好，你发个 email 给我好吗？好，啊、哦，好。这样我就回寄给你了，好，要不然我会忘记这件事，好吗？好，嗯，好。刚刚还有举手是谁？是竹云吗？竹云是有举手，是不是？对对对，老师。嗯，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学海他那个第三点的第九条，那个至少应该要修六学分，然后并于修毕后返回甲方学校完成学分抵免。是一定要修可以抵免的科目、其实不一定啦，其实不一定。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修六学分的话，你可以带回来抵免，当然是最好的。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要求强硬规定你一定要带回来抵免。嗯，好好好，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学分数可不可以抵免，不是说我们说的算，有时候可能教务处不同意，或可能系办不同意。因为你们有些学分可能比较专业，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说，你至少一定要修那些学分数。好，修课是一定要修。那至于到最后有没有拿回来抵免，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教育部的母法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抵免啦，它只是有规定，教育部的母法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修满六学分以上。因为他这个钱是让你到国外去读书的，不是让你去背包客嘛，哦、所以他才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学分数修，好、哦，你不可能说哦，我去做实验，我去做研究，所以没有学分数，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你的修课的记录，那就是你的学分数这样。那他们都知道，教育部也都知道，说有些学分数不一定可以被抵免，所以现在还蛮有弹性的啦。嗯嗯，好，谢谢老师，好。刚刚是不是？刚刚是谁？是冠真，是不是？嗯，对，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是去德国的那个学校，然后他有附设那个就是免费的语言课，然后虽然他没有学分，可是有时数，那这样子就不能上学上这些。因为如果他最后的成绩单上他是没有给学分的，你就是不能抵免。好，好，好，他等于就是你自己额外的，他是另外的开给你免费让你上的。好。好，可是它就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学分课这样。好，谢谢。嗯，刚李玲有举手对不对？对，那我想要问那个精英海外奖励金的那个
它的期限是到1月14号，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成绩如果还没有出来的话，嗯，会是要你可以先纸本申请，你要先纸本申请。哦，然后你先第一阶段纸本申请，对不对？然后等到第二阶段才是网络嘛，哈、嗯哦，网络申请是3月，那时候你成绩就会出来啦，对不对？嗯，好。那如果你成绩不到的话，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申请，因为那个系统就会卡住。好好，当然就是让自己啦，成绩能够维持住这样子。有时候我知道操性有时候比较难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缺个课啦，你操性就会掉到84分以下，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如果你需要申请这2万块、这1万块的这个精英的奖励金的话，你的操心跟学业成绩，这个学期的、哦、这个秋季学习的成绩，让自己维持住。好、啊，所以如果你成绩不确定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给第一阶段的纸本，因为纸本我们需要先有，就是、啊、你们出门之前啊，先把纸本给我们，好、啊，你就不用从国外还要把邮寄纸本过来啦，对不对？所以才希望说大家在出门之前，第一阶段书面文件，你就先在学期末之前先把它寄过来给我们，这样。哦，好好，好，谢谢。OK，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对，那我心里就想说，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录影哦。好，真的没有问题，那我就要关咯。好了，那如果没有问题的同学，你就慢慢下线哦，你就慢慢离开啊，我们就等到最后一个离开，我就要关掉了。好，来，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然后你就慢慢退出没关系，请大家一个一个退出 ，yes， 好，慢慢退出，然后我看到，谢谢老师，嗯，不会，我看到你们退出之后，我就知道你们真的没问题了。好，政委是有问题对不对？政委还留着是吗？哦，谢谢老师，没问题了，好，没问题了，好，那我要关喽，我要关我们的录影了，好，我问看。